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那么咱昨呢向诸位介绍到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每一天呢所做的工作就是听经闻法。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呢不是阿弥陀佛亲身给我们说法的，而是呢这个幽静无静都给我们说法尤其呢昨向诸位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众鸟说法所以呢这个众鸟一般呢在咱这个所在是三恶道的众生就是众生道但是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鸟呢而且这个鸟也会给我们说法那么咱昨已经向诸位介绍过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也就是呢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为着要教化众生那么变作鸟让咱会当24点钟无间断的来分析来合法所以讲呢伊就变作鸟互咱呢一面欣赏可以当一面呢来听法那么这个讲法的内容呢内底讲到如是定法那么这当中呢有讲到37道品所以这37道品就是一切佛法的总归纳所以等于讲呢所有的佛法无量无边一切法西方极乐世界都有讲但是在这个经上呢给咱指出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识的分那么这是呢真重要的修法尤其咱要伫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一生证到圆满的菩提那么这个四颗道品是绝对爱修的但是这37道品呢要搁有三颗无讲出来那么这个无讲出来的意思主要就是讲呢，咱伫这个世界，咱这修行的时阵爱真注重这三颗因为这三颗呢，必须伫咱这个所在爱修学、爱固着咱有这个基础，咱才会当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这是呢，咱昨呢向诸位介绍这段文的这个大意。下面呢，咱去看今仔日下面这段文，听看经文。下礼佛，汝无为初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食禾。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咱先看到这段。那么这段呢？就是咱讲到咱头前讲到这个鸟的说法那么咱容易起了一个疑问，就是讲呢，这鸟呢是众生道一般咱伫这世间做恶业对恶道那么尤其这个众生道呢咱一般讲是无耻对众生做这动物所以讲呢，这个恶因恶报伫咱这个所在，咱真清楚
但是现在呢，西方极乐世界有鸟啊，这鸟啊是三恶道啊，是众生啊。那么这个鸟啊，是不是过去心中啊，伊做了恶业啊，才变作这个鸟啊啊，那么来受报呢？啊，所以咱有这个疑问啦、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要有呢？做罪业受恶报，变作众生，变作鸟啊，这个代志呢？所以呢，咱释迦牟尼佛啦，啊，今咱有这个疑问，啊，就特别呢，搁再强调，啊，向着舍利弗尊者讲，啊，讲你唔通认为，啊，这个鸟啊，啊，是做了恶因，啊，得到这个恶报而生的，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西方极乐世界，伊无三恶道啊。啊，咱在这四十八愿里面，阿弥陀佛啊，但咱讲啊，最清楚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无三恶道啊，无众生，无恶鬼，无地狱啊，所以这个鸟啊呢，不是三恶道的众生，不是罪报所生的啊，所以咱唔通啊怀疑啊。下面呢，咱搁再上再看经文，舍利弗。地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失？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者。啊，咱看到这个所在。所以呢，释迦牟尼佛那舍利弗讲，讲西方极乐世界连这个三恶道的名，这个名词。都拢唔捌听过，何况哪里要有这种真实的三恶道来出现呢？啊，所以这呢，啊，讲实在啊，这拢唔是啊三恶道的众生。啊，你是虾米呢？这鸟啊，拢是阿弥陀佛啊，欲令法音宣流啊，就是呢，希望啊啊，这个讲经说法啊，会当呢啊普遍。啊，来流通伫这个世界啊，使得大家会当啊随时随地听到讲经说法的啊，这个发音，以变化所者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带咱做一个真清楚的解说了，是阿弥陀的所变啊，而且变掉呢，跟咱呢所看到的鸟啊呢，完全一模一样。啊，何你看未出讲呢？哎，这鸟啊是变出来，啊，唔是真正鸟啊，啊，所以阿弥陀真搞，变作这个鸟啊呢，啊，变作参像真的咁款，啊，所以啊，咱讲呢，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科技啊，已经达到啊上悬的程度了，啊，你看咱伫这个所在要变作真正，佮安那变？安那创造啊，咱看起来这嘛是假，嘛不是真呢。嘿，但是阿弥陀变出来吼，啊，咁真的呢，一模一样，互你分袂清楚。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呢，阿弥陀的，咱讲的是一个大科学家。啊，这西方极乐世界啊，科学的啊，这个程度太高了。啊，咱讲咱这个世间呢，啊，这科学啊，啊个幼稚园呢，人喺西方极乐世界啊，迄呢上悬呢，这个科学。啊，所以咱思想啊，科坑家的啊，学科学的人吼、哦，讲一定要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去向这上界伟大、上界牛的大学科学家啊，阿弥陀佛去学这个科学尖端科技，哦，啊、所以呢，啊，咱来看到讲啊，学科学的人吼、哦，啊，咱得劝伊念阿弥陀佛。你看，你看这大门就知影，阿弥陀这厉害啊，哦，这搞变啊，啊，变掉啊，啊，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所在呢啊，不只是鸟啊，啊是阿弥陀变现来讲经说法度众生啊，阿弥陀个变作什么？变作这个树啊，哦，这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无尽的啊花草树木啊，这呢拢是阿弥陀所变的啊，而且呢，因这无尽的
啊，这花草树木，哎，嘛是拢会钢筋刷法。所以下面呢，咱继续来看。啊，这经文讲哈，下里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秋，吉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碧千钟乐，东西古作，文是音假，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经之心。啊，咱看到这个所在。所以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树啊，啊，这是无情的啊，这个、环境树啊呢，拢是众宝所成就的啊，就是种种的宝贝啊，参像头前所讲的啊，金文啊、琉璃啊，种种的这个七宝啊，无量的宝贝啊，所成就的啊，这个树啊。所以这树啊呢，跟咱这树啊无同款啊，因为伊是珠宝所成就的嘛。所以风一个吹呢，啊，你看这个树啊，这个树枝啊、树叶啊，啊，互相啊啊碰撞，啊，这互相碰撞的时阵呢，就发出了音声，因为伊是珠宝的嘛，珠宝跟珠宝啊碰撞就有音声咯，就参像咱即马世间人啊，咱。啊！伫厝内挂一个风铃，啊！你看风铃哦，风一个吹，哎，迄声音就真好听，真美妙，哦。所以呢，这西方极乐世界，这树啊，就是像像安尼，风一个吹，就参照风铃同款，啊！哎，当中呢，伫遐碰撞的时阵呢，会产生这个音声，啊！这个音声呢，听起来就是音乐，真美妙的音乐，啊！那么这个音乐里面呢，就是一个钢筋刷法啊，所以呢，这个发音嘛，和咱听了后，就会开智慧啊，咱的心呢，自自然然呢，就会清净来啊，所以这个所在咱讲的，自自然然的产生什么呢？就开始的念佛、念法、念经啊，念三宝。但是要注意哦，念三宝啊，是念什么呢？就是啊，恢复咱的心地感悟啊，正知正见，心地清净啊，就是觉正净啊。这个就是呢，咱听经闻法了后啊，啊，咱的心啊，啊，就会得感悟了啊，看法就正确了啊，咱的心就清净下来了啊。所以呢，不管是树啊也好。不管是鸟啊，迄叫也好，啊，你也看，拢总迄说法，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说法的音声呢，可以讲是九遍法界，啊，你行到什么所在，就听到这个发音，啊，一切时、一切处，拢无间断，拢无停的，啊，那么当然呢，这个音声，咱头前讲过。啊，咱想要听什么音声，听什么经法，哎，拢随心所欲。啊，随咱每一个人的心愿。啊，你想要听什么法门，你所听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啊，所以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啊，无量法门啊，同时演说。啊，这真奇妙呢。哎，无同款的经。啊，你看，当时迄钢筋啊，当时迄报上啊，譬如讲咧，咱两个人坐伫这个所在啊，坐回来听经啊，结果呢，我想要听弥陀经，我听的就是弥陀经，你爱听啊，这个华严经，哎、欸，你坐伫我的边啊，哎、欸，你听的是华严经啊，所以呢，同一个所在啊。每一个人听的，哎，都无同款，啊，这真奇妙，啊，所以到现在吼，咱这个世间的科技，还阁达未到这个程度，啊，你看咱一个啊，这个讲经堂啊，那只能播一种声音啦，啊，你只一样听一部经尔，啊，如果跟那个哪啊各种的经同时来啊来播上，
啊，你就听乱去啊，啊就啊就就没办法啦，啊就吵杂啦，啊就乱啦。所以呢，这在佛法里面啊，这个境界真正是世事无碍境界啊，太奇妙的境界啊。所以佛法里面时常讲啊，讲佛啊以一音的说法啊，佛以一音而演说啊，啊众生随理随理啊各得解啊，众生随类啊各得解。哎，所以讲实在啦，那今天佛来咱讲经吼，唔免翻译啊啦，啊，咱今天经得翻译啊，咱就是阿未成佛嘛。那成佛咯，免翻译啊，为什么呢？哎，佛讲出来吼，大家拢听有啊。啊，譬如咱家啊，有一挂同修无多听这个啊闽南语啊，咱台语啊，咱福建话啊听无啊，所以咱要透过这个翻译啊，啊，我们还要搞个翻译机来给大家听啊。啊，我们还有翻译的人员在里面翻呢、啊，啊，啊，但是呢，这无法度啊，咱也未辛苦了呀，无迄个功夫啊，今仔若佛来讲经，就无这个麻烦啦、啊，啊，佛讲一个音声，咱大家拢听有啊，哎、欸，我听台语的，听就是台语，啊，伊听国语的就是听国语，甚至呢，若听英语的来，嘛听英语啊，啊啊，过几工啊，咱有一挂同学对澳洲来，哎，听越南语啊。因是公搞难为啦，哎，这下也麻烦了，怎么翻译呀、啊？啊，我们这里不会翻译越南话了，头痛了，啊，所以呢，如果佛来讲经说法，就不会头痛，啊，这越南同修听的，哎，一直是越南话，啊，所以呢，啊，咱这呢，啊，底家无法多啦，啊，爱客啊，咱啊，这个现在这个啊，科技来帮忙，啊，阿弥陀都没客这個，啊。所以呢，啊，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自在，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啊，你想要听什么？哎、欸，你听的就是法门，你听的就是这个语言啊，就是你听有的听到啊，实在是啊，太自在啊啊，这就是呢，为什么咱要去西方解释解原因啊？咱伫这所在真不方便啊。啊，真无自在啊！欸、到西方解释界，一切拢真随缘、真自在、真方便啊！而且呢，感受到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啊，大愿大力的这个加持啊，咱底下呢，真正功夫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永远未退转，保证一心的做佛啊！这就是伫西方解释界何处啊？所以咱呢，一定呢。爱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咱这个世间啊，找无遮好的环境哦啊，真正要修行啊，一心成佛，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环境才做得到啊。所以这段文呢，和咱呢啊，感觉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实在是啊，太好太自在啊。下面呢，咱个继续啊，来看这个经文啊。那么头前拢讲的。所介绍的拢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依报环境啊，以及呢啊，伫遮大诶人啊，这个大众啊啊，那么每一天呢做虾米工课啊？那么下面呢这段呢是要来介绍啊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啊，我们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咱去到遐，咱这个人的身体是安怎啊？寿命是安怎？啊、哦，所以呢，啊，这个所在呢，就是专门介绍人，啊，但是这个人来底呢，啊，因为咱头前讲过嘛，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咱跟阿弥陀拢生得一模一样，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嘛，啊，所以呢，阿弥陀有诶，咱嘛有，啊，那长得一样啊。啊享受嘛，同款啦，哦，一切拢平等诶。所以呢，啊，伫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咱就特别介绍阿弥陀佛，啊，介绍阿弥陀的定义呢，介绍一切大众，拢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下面呢，咱来看这段经文，啊，介绍这个净宝，啊，舍利弗，诸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
那么这是呢，头前所讲的啊，这庄严拢是阿弥陀所成就的啊。下面佫继续讲，舍利弗，吾汝以温和，彼佛何故何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何为阿弥陀？由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无今十劫。啊，咱看到这个所在。那么咱怎样讲呢？咱这部经内底啊，上重要的就是教咱爱修行。啊，要安怎修行呢？就是教咱啊，爱积持名号。啊，积持就是要积着。牢牢的把它抓住，未使放松，未使放下。所以呢，这个佛法啦，教咱呢拢爱放下。万缘都要放下。这没错。但是咱这法门啊，嘛是教人爱万年放下哦。但是有一项啊，未使放下，爱执着，就是阿弥陀的名号。因为咱念这句名号，就是咱这部经这个法门主要的修行方法。所以呢，咱就是用执着坚持这句名号来修持。所以其他拢爱放下，阿弥陀未使放下，所以叫做执持名号。那么这个念佛的法门内底呢，其实这个方法真多。不只是这个即起即故名号这个方法啦，这个是持名念佛嘛。那么这个持名念佛呢，是所有念佛方法内底上界简单、上界方便、上界容易、以上界殊胜的方法。因为啦，这个四种方法内底呢，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这个即持名号法门啊，咱每一个人拢做会到。其他的呢，其他很困难。你比如讲时常念佛，那么这是真高的这个境界啊。这禅宗就是时常念佛啦，观想念佛，这嘛真困难的。这观经内底大人讲啊，十六观这十六种的观想，每一种拢真困难啊。咱卖讲这个，讲第一种就好，叫做落日显骨观，这就是观想的上简单的啦。但上简单的观什么呢？观日头但是未使即马看，等这个落山的时阵，日头要落山的时阵，夕阳的时阵去观。观什么呢？观这个夕阳。观到什么程度呢？就观到这个夕阳在咱这个心内目睭也开起来，目睭也睁开，拢看到这个夕阳，看个清清楚楚。安尼这个观才适应做呢成就了。但是呢，这个很难啦。那眼睛打开看得到啦。眼睛闭起来就没有了，这个夕阳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观很难，必须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这个日头拢个观伫咱的脑海内底清清楚楚的，所以这观想念佛很难呐。自古以来的成就真正修这法门得到成就的人真少，所以。观想念佛那么观想念佛呢？观佛像就这阿弥陀这个像那么放在咱的心肝来时时刻刻印条同款时时随地呢，想会出来阿弥陀这心像所有的三十二相的庄严那么咱呢要修这个法门嘛，真困难，修仙环境都不适合吧。为什么呢？
因为呢，咱即马看阿弥陀，哎，有这个相，啊，看了更清楚啊。啊，一个回头没有看到相，就忘掉了。啊，那个相就想不出来了。啊，所以讲呢，要修这个观相念佛吼，要有真大福报。啊，爱什么呢？爱闭关。哈，闭关的时阵呢，啊，咱这个啊，这个官房吼，啊，四面啊，拢搭阿弥陀的相。啊，你行到什么所在？哎。啊，我到下面坐在，哎，拢看到阿弥陀佛，啊啊，而且呢，啊，未使离开啊，你离开呢，这观相都啊都观未出来咯，啊，所以未使离开，大家拢关伫内底，啊，你嘛未使去食头路，未使去做其他的工课，啊，安尼就见断去啊嘛，啊，所以呢，食三顿爱有人照顾，但咱服侍，啊，你看咱哪有这大的福报，啊，一个干伫遐看佛像，拢免做工课。哎，这也很难啊！啊，所以讲吼，这观相念佛，哎，咱今嘛要来修啊，啊，也做不到，也很难啊。所以呢，上方便是啥物？七明两分，哎，咱一面做工课啊，就买当了阿弥陀佛啦。啊，你看咱啊，家庭主妇爱煮菜啊，啊，做家事啊，啊，爱扫涂骹啦，整理这个啊，咱的厝啊，一面做啊，一面念阿弥陀佛，拢无影响啊。所以讲啊，所有的方法内底啊，即持名念佛上容易、上简单，人人拢做得到啊。甚至讲呢，啊，那么咱厝内人啊，咱住斗阵啊，咱念佛吼，伊听了啊，感觉会吵，讲咧念佛咧大声啊，会吵着人啊，安尼吼，咱就较细声啊，所以不一定要大声念啊，细声念嘛，不要紧啊。啊，甚至讲呢，人就无爱听迄个声音，哎，安尼我默念呐、啊，啊，我心里面念就好啦，啊，所以伊无障碍啊，哎，再怎么障碍，哎，我心里面念都不会影响到别人，啊，甚至讲呢，咱咧做工课，啊，咱做工课来用头脑啊，用头脑的时阵呢，哎，你就无法度哎心念咯，无法度念佛咯。啊，因为要用心嘛，一心不能二用嘛，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哎，咱爱将咱的工课做好，啊，该用头脑去计划，啊，去想的，哎，你先吼，啊，好好啊去计划，啊，去筹划，啊，等你呢，哎，拢想好势啊，计划好势啊，哎，放下，哎，这个是赶紧呢，提起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啊。所以这嘛真方便，啊，那甚至讲呢，啊，咱厝内人拢不准你念佛，啊，叫你爱看电视，陪伊看电视，啊，你就看电视啊，啊，一面看你就阿弥陀心内念嘛，伊嘛感觉讲哎袂歹哦，你陪我看电视，哎、欸，真听话啊，哎、欸，真好，真随缘，啊，伊讲呢爱看报纸，啊，爱看股票，啊，你得看。啊！你看报纸了，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伊讲了，嗯，真好啊！所以跟家里的人相处啊，没有障碍啦，没有冲突啊。所以讲好困难，我讲有障碍、冲突，哎，我们想不通啊，到底这冲突在哪里？那佛就教我们要很随缘啊，啊，不要让众生心烦恼啊，哎，所以呢，这才是叫做菩萨啦。啊，所以什么叫菩萨？菩萨就是呢，所得之处啊，不令众生生烦恼，那叫做菩萨。啊，所以你看，人叫你啊看电视就看电视啊，人未生烦恼啊。啊，你就讲啊，我未使看电视，我一定要去拜佛，去听经哦，啊，那是障碍啊。哎，啊，所以呢，哎，一看电视啊，咱念佛啦，啊，无差，无影响嘛，啊，心来念嘛，啊。啊，所以讲呢，啊，咱这个学佛吼，一定爱随缘自在。上方便呢，就是持名念佛。啊，你看，在任何环境、任何场所、任何时间呢，拢无障碍。啊，甚至讲呢，去助念。哎，有一遍，啊，我们师父交代，啊，我们有一些同修去帮人家助念。啊，这是我们一个护法。咱一个护法啊，他的母亲往生了啊，
啊，所以师父呢特别交代我们派人呢，去帮他助念。结果去病院呢，哦，因家的人吼、哦，有障碍呢，说在这个地方啊不准念出声，说左梁没在两处下面，那这个左梁呢？但是师父交代啊，啊不念也不行，啊人都来了啊，啊要怎么办呢？后来大家就默念，呵呵哎默念啊来助念。哎，啊，轮班呢、啊？每一班轮班一点钟，轮一班，拢去啊默念。哎，结果呢？哎、感动因家长呢？哦，所以后来那家长讲啊，可以出声了，可以出声了。最后呢？啊，阿个念到四十九天，日夜不间断。往生以后啊，个念四十九天呢？你看这福报偌大不？啊，所以这是什么？哎，方便呐、啊。哎，没有跟他起冲突啊！一个人未使出声，咱就莫出声了，咱大家拢默念呐。哎，所以感觉讲哦，您这念佛的这虔诚，这是真心的呢，这不是啊啊，讲来应付的呢。哦，所以你家属拢感动啊！啊，本来呢对咱这排斥的哦，结果呢，一刚好啊，他做告别式的时候呢，啊，他那个负责的，他这个亲戚带头那个人呢，给我们师父跪下来。啊，顶礼师父啊，因为感受到啊，我们真正发心啊，真正为他的家人啊，所以这就感动他 啊， 啊，所以呢，哎，这就是啦，咱佛法哈，学佛了学到今嘛，哎，爱让啊善巧方便呐、啊，啊，随缘自在啊，啊，这就是啊，咱呢爱有这个智慧。啊，爱怎样呢？如何来度众生？啊，所以呢，这好困哦，实在讲啊，啊，咱师父师兄甲咱讲诶，啊，这是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啊，重实在啦，重实际的啦，无重形式的。啊，你讲呢？我爱重形式，比如讲呢，咱呢庄严的佛像啊，中清净庄严的道场啊。有的人一定要这种啊方式来接引，哎，那得用这种方式来接引呐、啊。为人讲，我不要佛像，我不要看到这些，哎，也可以啊，哎，也没有佛像啊，哎，也可以修啊，啊，没有影响啊。所以讲啊，这佛法哈啊，真正是做随缘，无重这个外表，重实质。啊，所以咱师父师兄讲啊，讲过去啊，一直新加坡。连新加坡的总统叫做纳丹总统，这是印度这个啊。这个纳丹总统啊，伊记得咱师父啊，第一句话就咱师父讲啊，讲伊在所有宗教内底啊，上界欣赏佛教啊，伊本身是印度教的啊，但是伊讲伊上欣赏佛教，伊讲佛教吼、哦、是重实质，无重形式。啊、嗯，所以这真正啊，哎，所以那边度众生要讲经说法啊，不拘形式啊，啊，讲经说法嘛嘛，一定爱生做讲经啊，无一定啊，哎，跟朋友聊天也可以讲经说法啊，啊，跟朋友吃饭拢买讲经说法啦、啊，啊，所以我时常劝啊，咱同修讲吼，咱若要请法师吃饭吼，啊，未使白请。啊，不可以白请的、哦，你要把一些亲戚朋友啊，啊还没有学佛咯，弄个揪来，揪来赶快输这位讲，啊，假崩的时阵呢，哎，因呐、啊，唔知咩赶快输讲什么嘛，不要紧，坐慢慢来慢慢听，你这哈、哦、发言人，啊，你来请教法师问问题嘛，啊，结果你赶法师的一问一答中呢，哎，因都听入去啊，啊，这都躲进来人咯。所以你叫伊讲，哎，来参加咱这个啊这个法会啊，参加这个讲经啊来听经，不可能，他不会来的。哎，但是你讲，哎，来假崩，哎，他一定会来的。哎，假崩他一定会喜欢嘛啊，哎来，哎阿强法师这位讲啊，这个当中哦，可以度很多人啊，所以没度众生哦啊，没有一定的方式啊啊，要懂得啊，活活泼泼的。哦啊，很自在，可以度很多啊有缘的众生啊、哦，
所以这是呢啊，用这个持名念佛啦，啊，是咱呢这个修行啊，上方便、上简单、上容易的啊。所以咱这部经呢，上界重要的就是教咱啦，啊，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呢，跟无量寿经就完全拢同款。哦，你看咱无量寿经嘛，是教咱呢，哎，发菩提心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拢教咱呢，哎，持名念佛，啊，那么这个所在呢，世尊呐，特别呢，啊，将这个名号啊，啊，给咱提起，所以呢，这个所在伊特别的叫做舍利弗尊者。来问啊，这个问啊，就是要问出这个名号的重要性啊。因为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问答的时候啊，就代表这些事情啊，啊，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佛特别问这个名号，就是代表名号是咱这部经很重要的。所以舍利弗啊，啊，释迦牟尼佛就问伊讲啊，讲你的意下如何呢？西方极乐世界这尊佛是为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呢？哦，你看这个问哈，特别在咱点出讲阿弥陀这个名号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名号里底啊，那么咱来看啊，舍利弗尊者啊，伊呢嘛无法度回答啊，伊只有听尔。伊讲未出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自问自答咯，啊，家己发问，啊，最后家己回答，啊，因为这道理太深咧，啊，释迦牟尼佛啊，问这个道理哈，舍利弗尊者无法度回答啦，啊，所以最后也是呢，咱释迦牟尼佛呢，亲身来回答，啊，那么为什么叫做舍啊阿弥陀佛？啊，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的解说啊，在《弥陀经》里面，咱释迦牟尼佛当然讲啊最清楚啊，也就是呢，彼佛啊，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无量光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弥陀就是无量光的意思，光明无量。啊，那么这个光明无量呢，意思就是智慧无量啊。咱今天呢，每一个人都爱你智慧啊，啊，没有一个人要笨笨的啦，都要聪明，都要智慧啦啊。所以今嘛，咱得清楚啊，咱今天要得智慧，要开智慧，真简单，念阿弥陀就开智慧啊，因为阿弥陀是光明无量嘛。所以你一直念呢，阿弥陀的光明在咧加持啊！啊，叫十方国叫什么人呢？叫要听念阿弥陀的人，跟阿弥陀佛呢相应的人，就照着啊。照了后呢，大家呢将这个业障会当消除啊，啊，恢复咱这个善根啊，恢复咱的这智慧啊，啊，所以讲呢，阿弥陀佛啦，会帮助咱开智慧啊。啊，所以老人讲呢，伊这个头脑无好诶，你叫赶紧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咧，学生吼读册讲啊，咧读册吼读未来啊，考试拢考无好，不要紧，念阿弥陀佛，考试就考又好哦，啊，头脑就加啊变较巧咯哦。所以这阿弥陀最好用的哦啊。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是啥物呢？啊，咱来看，由舍利弗啊。释迦牟尼佛佫特别的，佫在解说啊，这阿弥陀是甚物意思呢？彼佛寿命无量啊，当然就包括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呐，啊，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啊，大家拢共款咯啊，拢是无量无边的寿命啊，而且这个无量无边呢？啊，这个所在讲的叫做阿精寂劫啊，无量无边，个阿精寂劫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阿精基结啊，这是古早印度的数字的单位。啊，就参像咱今嘛中国，咱所用的数字有啊，个十、百千呐、啊、万呐、啊、十万呐、啊、啊千万呐、啊、亿啊、兆啊。那么这是呢，咱今嘛用的这个数字单位，啊，这单位的名数，啊，那么印度呢，嘛是同款啦，啊，这个印度的数学吼，因头脑呢数学吼，数学的头脑足好诶，所以其实呢，咱这个数字吼，啊，计算这个啊单位啊，啊，这个数字的单位啊，这是印度人啊上高。印度人的数字会当计算到156个单位，包括这个奇数的话，啊，就是像个十百千呐，伊会当算到156个单位。你看这种头脑有偌好无？甚至讲呢，咱今麦讲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哎，爱记住哦，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传到阿拉伯去，所以叫做阿拉伯数字。所以印度在古早的时阵人的头脑就足够，足厉害啊！尤其迄算术啊，所以今麦你要看，这印度人的科技吼啊，尤其电脑吼，哇，今麦人才足多啊！自古早以来，伊就迄个传统啊，数学特别好啊，头脑特别高，尤其计算这个啊数字。啊，那么这个阿精基啊，这个、阿精基结啊，啊，这是什么呢？啊，这就是呢计算这个单位内底上大的单位，最后有十个单位啊，上大的数字哦，到最后有十个，十个内底第一个数字就是阿精基啊，然后呢，过来就是无量。无边啊，一点生气啊，最后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啊，这不可说呢，这就是数理单位，无量无边嘛是数理单位啊，所以咱们想讲，无量无边真的是无量无边，不是，而是一个数理的计算单位啊，所以这是呢，在这个印度啊，上大的十个数理里底啊，那么第一个数理就是阿精基。那么阿精基乘以阿精基，叫做一个无量。无量乘以无量，就是一个无边哦，安尼形成。其实这个数字啊，足大，为什么呢？后面是劫呢？啊，所以这个劫哦，这时间就真久了啊，1680万年是一个小节。那么咱普通的情况啊，三大阿精基劫到底有多久的时间呢？啊、哦，这根据我查起来啊，这个做参考啦哈、哦，我查到的啊，就是呢，三大阿精基劫啊，就差不多38亿4000万年啦。啊、哦，你要看这有多久吧？啊，但是这个所在不是阿精基劫尔呢？这个所在是无量无边阿精基劫，啊、哦，这真正是天文数字啊！所以实在讲吼，这吼、哦、最后呢是真正的无量啊，不是假的无量哦，是真的哦，无量无边啊！哦、所以阿弥陀的寿命到底有多久呢？实在讲哦，到最后是真正的无量寿啊！你要看阿精基的阿精基啊。啊，顶管也阁是无量无边，啊、哦，所以你看这数字啊，太长太久的啊、哦，但是呢，这个所在有一个真重要的，啊、哦，咱来特别注意哦。这个所在讲呢，从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有今十劫。那么这个十劫，跟咱拄啊讲的迄个无量无边哈。哦啊，阿精基劫一个相比起来吼，迄十劫啊，一点点啊尔。啊，就参像呢，啊，咱今嘛讲阿弥陀佛啦，成佛今嘛差不多10天。
但是这个人呢，啊，阿弥陀的寿命有多久呢？有一百年，现在才十天而已，啊，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啦，啊，所以说呢，今天吼，咱为什么要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较辛苦十劫啊。换一句话讲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较开悟无几天尔啦，哈、啊，开悟十天嘛。但是伊的寿命，这个世界的寿命有偌长呢？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所以较开悟啊，单上十天尔。啊，所以这是呢，打开始啦。刚开始，咱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哦。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阵呢，将来哈、哦，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啊历史啊这个时间来看哈、哦，咱将来是什么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开国元老啦。哦，那打开悟你就去啊，你不是元老，你是什么？啊，所以讲咯，即马去吼是上好的时阵。你若阁拖一下吼，即世人无去吼，阁要拖几啊劫去吼，啊，到时去吼，来有人笑啦。啊，讲十劫的时你无来，你拖遮久啊，千万劫才阁来。咱一挂通宵呢，人可能早就去啊。你要搞那么久去啊？人家说呢，啊，你怎么搞那么久再来啦？啊，那时节就去啦。啊，所以呢，咱今仔去拄着啊。这机会赶紧把握，现在去西方极乐世界正是时候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所在呢，搁予咱看出了啊，这阿弥陀佛啦，这句名号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啊，无量的寿命。你看寿命这么长啊，所以有的人啊，听到人念阿弥陀佛，伊会忌讳。尤其哦，迄个香港啊、广东啊、啊，迄个所在人吼、哦，尤其唔敢听阿弥陀佛啊，迄个听到阿弥陀讲哦，哇，这个是人死了在念的，我人活得好好的，你给我念阿弥陀佛啊啊，所以有忌讳啊，甚至讲呢，人啊起亲厝啊、六神啊、啊有啥物喜事啦啊，拢冇忌讳讲啊，未使念阿弥陀佛啊，其实哦，这种误会。这种无明白这个经典的意思，无听经、无文化、无了解啊，这才是迷信。咱逐天听经文化、研究这个道理啊，咱就是正信啊，咱无迷信。阿弥陀明明经上就是来讲，伊是无量寿啊，所以念佛的人是无量寿啦、啊。那你有智慧呢？没有智慧。所以呢，伊也讲呢啊，这个不能念阿弥陀佛，有机会安尼盖起来啊，盖下面呢无量寿佛，呵呵啊我不念阿弥陀佛，就啊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意思不会赶快啊所以讲吼啊，咱呢一般人唔知这好处啦，唔知这道理呀啊，你也知影吼，你赶紧阿弥陀佛就念落去啊啊，为什么呢？无量功，无量寿啊啊，这是不是咱每一个人所要得到的？啊！我要有智慧啊！我要长退休啊！啊！这是呢世间上大的福报啊！啊！咱讲呢世间人爱五福临门啊！你看这五福内底上重要的就是这两种啊！啊！尤其呢啊！你看人啊，这个人走的时候啊啊走得好，这个也是福报啊！啊！这个叫什么？叫考寿终啊！在临终的时阵哈、啊。临命终的时候啊，走得很好，没有病苦，没有障碍，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走了。啊、哦，那一生哈、哦，哎，如果最后的时候能够这样走啊，哇，福报上大，福报上好啊。所以咱中国人讲啊，这叫做五福之一，五福之一啊。那么你要看，念佛的人哈、哦，到临命终的时阵。欸、他不会死啊，伊无死呢。你看阿弥陀佛来接引呢，啊，伊打大家说再见，拜拜啊，我跟阿弥陀佛走了。他就这样走了，他没有死啊。啊，如果死了以后就很痛苦啊，那死了啊，就轮回啦，死了就不得了啦。但是伊无死啊，逃到这清澈啊，
啊，还活活的，哎啊，活生生的跟我们说再见了，拜拜，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阿弥陀佛来了，你看，参像这种的，他怎么会死？他没有死啊。啊，所以这个福报是上大的，上殊胜的，上有福报的。啊，所以呢，咱这世人啊，也是求一个最后的时候，哎，阿弥陀佛就这样接我们走，你看多自在啊。啊，但是你要得到这个福报，你要念阿弥陀佛啦。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就得到无量寿。哎，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既然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然后到了极乐世界了后，你就未死啊！啊，因为阿弥陀讲啊，你到遐吼，寿命就无量啊，每个轮回、每个投胎、每个转世啊，一心的造福啊。你也看，这尼啊大福报，这尼啊殊胜的利益，为什么我们让它溜过了啊？不好好把握呢？啊，所以把握的方法很简单，赶紧念阿弥陀。啊！而且呢，今麦去啊，上都好，阿弥陀佛，较开悟啊，西方极乐世界开悟无外久尔，咱就去啊！啊，所以要赶紧啊！啊，利用这个机会啊，赶快求往生啊！那么阿弥陀佛呢，这个意思，过去咱师父伫美国啊，弘法讲经啊，尤其是弘法啊，讲这个净土法门，个人念佛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哎，唯有现金呢。啊，伊嘛真有兴趣呢，哎，伊讲咧，安尼念阿弥陀嘛未歹听呢，哎，我嘛要来念，啊，但是呢，伊唔知意思啊，啊，那么你要讲这亲嘛，伊嘛听无啊，啊，所以咱师父啊，啊，来介绍阿弥陀佛是虾米，啊，咱师父啊讲啊，真简单，阿弥陀佛啦，快乐，念阿弥陀真快乐，啊，讲你要有要得到快乐无？讲当然啊，人一定要快乐啊，哪里也是呢啊，闷闷不乐啊，快乐啊，要欢喜啊，讲阿弥陀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嘛啊，快乐啊。那么阿弥陀佛是智慧啊，你不要智，你有没爱智慧不？你讲哎呀，哪一个人不要智慧啊？啊，聪明啊啊，我们都要啊啊，阿弥陀佛就是聪明智慧啊。那么阿弥陀佛呢？啊，是等会修长寿啊，无量修嘛啊，你要不要呢？那、啊、当然要啦啊，每个人都要长寿啊，哪一个要短命的 啊？所以阿弥陀的等会修，念阿弥陀佛，寿命就等啊，无量修啦 啊，甚至未死啦啊，阿弥陀佛啦、啊、是清净啊啊，没有污染，清净啊，这拢是咱每一个人拢想要得到。不只是中国人啊，外国人嘛爱啊，所以咧外国人介绍阿弥陀佛，卖讲伤多，就讲这几行，他就想要念阿弥陀佛了，啊、哦，所以这是呢真正实在利益啦，啊、哦，所以咱这部经呢，为什么讲呢？啊，释迦牟尼佛特别啊，把咱问答这个名号的意思，就是把咱强调这句名号功德无量啊。啊，所以叫做万德洪明嘛，所有的功德拢集合在这句名号内底啊。所以咱今仔念这句名号，就等于将阿弥陀无量劫所修的这个功德啊，全部拢啊得到了。啊，咱家己唔免，搁再用无量劫时间去修啊。啊，要修福、修慧、修无量劫，哪里有可能啊？很难啊。现在啊，真简单，念阿弥陀佛，全部拢修到啊。啊，这样也容易啊！啊，所以经义是讲咧，即句阿弥陀就是阿弥陀无量劫修行的果实啊。参详咧啊，阿弥陀咧，遐尼啊啊勤啊认真啊啊，迄啊这个播种啊耕耘啊啊栽种，到最后咧开花结果，哎，这个结果啊，这水果哎，咱摕来吃就好啊！啊，唔免搁去耕种啊，啊唔免搁去播种啊。我们用遐久的时间呢，去照顾啊！哎、欸，今嘛就直接吃这个果实啊，所以就是念阿弥陀佛有这个好处啊。那么不只是阿弥陀无量寿哦，这个所在特别强调，
咱每一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拢跟阿弥陀佛同款啊！阿弥陀无量寿，咱拢无量寿啊！所以这段文呢，就是强调这个所在啊。下面呢，咱个继续看这个经文啊，咱看经文下面讲：由下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地主，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敌。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咱先看到这个所在。那么这段文呢，是在咱强调啊，阿弥陀佛啦，这个、教学的成就。啊，这个、老师呢，教导学生啊，这个学生呢，有成就。安尼，你的教学就成功啊！啊，所以讲呢，这个教的时间搁再长，如果学生无成就，你这个教学就失败啊。所以这个成败呢，就是以这个成就来论的。啊，那么现在啊，这个所在成就的真多啊，无量无边呢。啊，而且地主啊，拢成就啊，啊，有成阿罗汉，有成菩萨啊。但是呢，这个所在啊，咱来记住，这西方极乐世界啊，照讲是无阿罗汉的，因为阿罗汉是二乘小乘人，西方极乐世界拢是大乘，无小乘。那么为什么这个所在也讲有阿罗汉呢？啊，其实这是讲阿罗汉的程度，以断烦恼跟阿罗汉相同的这个程度来比如的。啊，所以咱一个凡夫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咱去到遐呢，你看这烦恼唔免断啊，真紧吼，哎，就将这个见思烦恼拢断除啊，自自然然断掉，成为阿罗汉的这个地步。啊，所以呢，这个程度呢，真紧就提升啊！而且这个成就呢，真多真多啊。那么菩萨众呢，程度更加高呢。这种人也是无量无边，说不出来啊。这拢是阿弥陀佛啊，咱头前讲的众妙说法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啊七宝行树迄说法啦。所以咱呢开始说法啊，咱听经闻法修行，断了烦恼所成就的啊，这个啊圣贤啊，所以讲呢，这些人是无量无边的啊，可以讲呢，这开悟证果、人生见性的啊，太侪太侪了啊。那么道场的殊胜嘛是同款啊，这道场你讲有殊胜无殊胜无？啊，看什么呢？看成就的人啊，尤其咱净宗念佛的道场啊，这念佛的道场会让念佛往生啊，啊，这就是这个道场的成就啊。参像过去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伊的道场十二个人啊，这十二个人呢，个个拢往生。啊，这个道场是世界第一道场，上殊胜的啊！那么参像咱中国第一代净土宗的祖师啊，这个庐山啊，东林寺啊，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呢啊，就是咱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么当时呢，伊带领128人。内底有在家居士啊，有出家啊法师，大家做伙呢共修。结果这128人呢，拢全部往生。那、啊、而且呢，这个往生呢，较早去的人，拢会对阿弥陀来接引呢，后来去的人，真殊胜。所以当这个慧远大师要往生的时阵，啊，那么。伊就看到
啊，这个阿弥陀佛、西方三圣、诸上显灵来接引。这当中呢，有啥物人呢？有伊这个莲社内底，这同参道友啊，做伙对阿弥陀来。啊，伊拢将这个名，一个一个拢叫得出来，伊拢会认识、认识哦，拢会熟悉哦。参像刘一民、佛陀耶舍啊，这在家出家的这个啊，这同修，哎，伊拢一个一个点名呢，真难得啦。所以讲吼，咱大家伫只共修啊，伫只念佛道场共修啊，啊，咱有一个愿望，就是呢，咱伫只念佛的人拢是同参道友。将来去西方求世界，嘛是同参道友啊。所以将来呢，啥物人先往生啊？啊，后来往生的人啊，咱头前往生的人啊来接啊，爱陪阿弥陀来接引咯。啊，所以这是呢，咱大家拢爱发这个愿啊，大家呢一起到极乐世界，同生极乐国啊，安尼这个道场就真殊胜咯。啊。所以这东西呢，讲到啊，啊，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教化这个大众啊，所得到的成就啊，那么这东西啊，阿弥陀佛呢，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愿大力啊所加持啊，大家精进修行所得到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成就的人啊，无量无边啊。下面这段文呢，更加殊胜啊。咱来注意看这段文，由下礼佛，极乐国土众生信者，皆是阿弥陀佛，其中多有一心报处，其所甚多，非是算数所能抵计。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精计算，咱看到这个所在。那么这段文呢，在咱这部经内底呢，是真重要的所在啊！你要看，今仔日咱凡夫，咱不是圣人哦，因咱烦恼那么多嘛，啊，我们还带了很多的啊业障烦恼啊，啊，没有断哦，到西方极乐世界，结果到极乐极乐世界了后呢？真正不得了，每一个人去到遐呢，皆是阿弥陀佛。大家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名词哈是啥意思？这是印度话。阿还作母啊，弥陀佛呢还作退转，意思就是无退转，无退转啊，未退转啊。而且呢，这不是普通的未退转哦，这是上界观呢。上界有深度的这种的大菩萨啊，经常啊，大人讲的七地菩萨以上的程度。所以你也想看嘛，咱每一个人哦，烦恼拢无断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是啥物程度呢？你是七地菩萨以上的程度，这是真正未退转啊，叫做三不退，完整三不退啊。三种的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量不退，这三种咱拢证了，这叫做阿弥陀佛的菩萨啊。所以呢，啊，这句话实在是真正咱今仔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重要的关键啊。因为去遐特别个做凡夫啊，啊，甚至呢，哎，别个做小乘哦，啊，不是阿罗汉哦。其他就是菩萨，而且这个菩萨是大菩萨，是七地以上的大菩萨啊！啊，搁在修三地啊，修三个阶段，就顶到菩萨啦，就准备成佛啦，接近啦。所以讲呢，这四十一位的菩萨地位啊，咱定义吼，一跳到呢，最后剩下三个位置就准备成佛，接近，接殊胜啊！下面呢，更加熟悉。哎，下面讲啦，其中多有一心报处，其所甚多啊，非是算数所能抵计啊，嘛是同款，但以无量无边阿精计算啊，这个一心报处，
就是参像什么人呢？参像咱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弥勒菩萨同款。或者是咱讲呢，咱西方叫世界啊，你看咱阿弥陀佛的后部佛，就是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因就叫做一心报处的菩萨。等于讲呢，只要呢，这个佛的退位了、涅槃了，伊就继承佛位，就参像这总统同款，总统若退位，哎，副总统去接伊位啊，啊，这一心报处的有一点像副总统同款，啊，所以呢，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心报处的，就是这种顶级菩萨的人数啊，太多太多啊，算拢算不出来啊。就是呢，参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这种程度的菩萨，西方极乐世界有偌多呢？得有，你看得有啊，就是呢，大部分拢是啊，啊。你若今仔日呢，无到一半，就袂使讲得有啊。即卖已经超过一半，才会使讲得有哦。啊、哦，那么你想看嘛？这个成绩是阿弥陀佛十劫教化众生的成绩哦。咱今仔日是凡夫哦，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结果呢，十劫以来就会当达到这个成就。会当有一半以上，拢是一心报处，拢是顶级菩萨。你要看这个环境有偌好，所以呢，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唔惊未幸福啦。但你保证一定幸福的啊、哦。那么要达到这个程度，一心报处，只要偌久的时间呢？虽然阿弥陀讲幸福十劫哈，没有个十劫啦，差不多五劫。啊，四五劫就成就啊！因为四五劫成就呢，才当叫得有啊！啊，这人才超过一半啊！啊，所以去到西方极乐，四劫五劫，你就成就啊，成为一心报处，成为顶级菩萨。安尼西方极乐世界才有超过一半啊，这种程度的啊，一些菩萨啊，所以要看咱的幸福。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偌紧？咱底下讲要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还有一个标准呢，哎，爱断见烦啊，这个见习啊，见思烦恼断见习八十八一品呐、啊，咱对这个程度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啊。那么现在咱连这个程度拢无啊。啊、所以无量啊，这个华严经来因讲啊，更加清楚，无量劫才会成佛啊。那无量劫啊，那这个太久了，所以咱今嘛吼，卖遐等遐久啊，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四五劫就准备成佛啦。哦啊，你看这一个分析出来吼、哦，你就知影讲极乐世界的殊胜啊。所以这种字眼吼、哦，咱拢特别爱注意。啊，咱读经吼，哎，弥陀经大家爱读吼，这种所在吼，啊特别吼，啊注重，啊，这拢是呢，这部经啊，这个法门呢，上界重要的所在，啊，那么下面呢，啊，咱个继续来看，那么因为这时间啊真短啊，无法多呢，这详细的注意解说啊。那么我讲过，如果那是想要详细的了解，咱去听咱师父讲这个《弥陀经要解》啊，这内底呢就讲啊足清楚啊，所以咱今仔日是讲大意啊啊，这个啊简单的说明啊。下面呢，咱继续看经文。下礼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假何？得悟如是诸上显灵。主会一处啊，咱先看到这个所在。这个诸上显灵啊，就是咱头前所讲的，就是这顶级菩萨，就是这一心报处的菩萨。所以今仔日呢，咱读的这段文，爱怎样讲呢？西方极乐世界上界殊胜的，就是伫这个所在。
就是为什么咱这个世尊啊，以及十方诸佛，一直劝咱啊，应当爱发愿，一定爱发愿去西方，一定呢啊，绝对呢，爱去亲近阿弥陀佛，一定爱去往生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所在呢，环境啊，我拄啊讲过啊，这受害环境真好。这新好的环境内底，上好是啥物？就是咱周围这诸上善人啊，带咱陪伴啊，咱这个同参道友啊，上好啊，带咱做朋友、做厝边呢，大家甲咱斗阵呢，是啥物人呢？拢是这大菩萨。所以呢，这大菩萨呢，逐天陪伴咱伫遮修行，咱哪会退转呢？哪会未兴奋呢？所以讲呢，咱这修行啊，要成就呢，同参道友上重要。所以人讲呢，老师领进门呐、啊，修行在个人呐、啊。其实呢，这修行当中呢，就是爱靠同参道友啊。你一个人修吼、哦，会害胎啊。老师不可能每天陪你在那裡修 老师是只是给你提供一条路，说给你明白，给你清楚，但是呢，修也要靠自己修啊。但是自己修一个人要怎麼修？所以靠共修，共修就是在同参道友做伙修。那么同参道友最好的在哪里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同参道友就是这些大菩萨，每天跟我们做陪啊，做朋友，跟我们陪伴，跟我们帮助。所以这段文太重要了，这环境太殊胜了，所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咱事实上谈讲啊，就是参加这诸上善人的俱乐部，参加他们的团队，所以在这团队、这俱乐部里面呢，大家修经啊，互相帮助啦，你就成就啊。所以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加入这个团队。那么在这个所在呢，特别呢，要带咱强调说明呢，就是呢，咱今仔日呢，知影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环境也好，人事环境也好。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拢足好，但是要安怎去呢？咱头前讲的，讲爱念佛啦，但是念佛哦，有一个标准哦，才会当去。这个标准在哪里？下面咱看这个经文，下礼佛不可以修善根福德因缘得心彼国。下礼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其名号，六一日、六二日、六三日、六四日、六五日、六六日、六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无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下礼佛，我见是你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行彼国土。咱看到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呢，咱讲啊，咱虽然讲要念佛，要去西方哦，但是要达到一个标准哦。这标准是啥物呢？就是佛在这个所在讲的，不可以招善根福德因缘得行彼国。所以换一句话讲啊，虽然讲要念佛哦，念佛嘛爱有配套呢，什么配套呢？爱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那什么叫善根？什么叫做福德呢？咱到底有具足无呢？这个真重要。首先呢，依咱师父啊，伫这个净土经典内底所讲的，这个善根跟福德来解释。善根是什么？就是咱对这个法门会当相信，你肯要相信哦，你嘛听有啊，
啊，听了有理解啊，会清楚啊，啊，那么你就有善根啊。那什么叫做福德呢？你愿意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愿意呢？老实念佛啊，依教奉行，你这个人就是有福德啊。啊，所以讲呢，啊，真正哈、哦，肯要发愿求生西方，肯念阿弥陀佛，肯要依教奉行的人，这个人福报上大了。所以为什么讲呢？念佛的人上福报，得力地，你这个所在啊。啊，那么，咱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么念佛呢？啊，要念多久才会当成就呢？这个念佛只要条件拢具足了啊，这个所在讲呢，啊，一日到七日就成就啊。啊，其实哦，如果那依照无量寿经呢，唔免遮久啦，啊，一念到十念也成就。哦、所以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咱啊这部经讲的信愿持名啊，心信切愿，真正相信，真正愿意要去，一念十念拢会成功啊。啊，那么这个所在讲六一日到六七日啊，那么因为这呢在历史上啊真正有这代志啊，参像什么人呢？参像啊。这东调的张显和啊，这是呢做了五日十恶罪啊，伊是一个刀夫啊，啊，自己家唔拢个台骨啊，所以在杀业，所以这个业障真重啊，欠真钱啊，让这个牛的命啊啊，所以呢到临命终的时阵呢，伊的业障很钱啊啊，即系牛头人。这牛啊，啊，要来讨讨债啊，要讨命啊，要掠伊去啊，地角啊，啊啊去报仇啊。所以呢，看到这情形，这张善和啊，哎，有现金，就赶紧叫因太太啊，去找一个法师来帮助，来解救伊。因太太呢，赶紧出去外口去街啊去找，结果出去外口无外久，真正去又找到，真正有一个法师。啊、所以伊姻缘福报嘛真好啊！哦，所以呢，这法师就赶紧呢来到引导，看到伊这个模样、这个情形，知影业障现前啦，准备要对地角啦。所以就赶紧呢叫因太太呢点香，啊，点一杯香，叫伊呢啊，这杯香摕赶紧念阿弥陀佛，啊，念无外久呢，张显和讲啊，这牛头人拢无去啊。拢消失啦！啊，你看，念阿弥陀呢，效果遮紧呢。啊，所以咱同修吼，啊，真正啊，真心念佛吼，唔免惊啥物妖魔鬼怪啊。甚至讲暗时做恶梦啊，拢唔免惊，你只要肯念阿弥陀佛，马上就没有了，拢消失了。啊，所以我也常常啊啊，听到咱一挂同修啊，感应真殊胜，啊，暗时做梦啊，做恶梦。会当啊啊念阿弥陀佛，佮记也起来，哎、欸，马上这个梦境啊，这恶梦啊都无去啊，啊，甚至讲呢，为人平常时啊，啊，那么喺困的时阵啊，遇到这个野鬼，啊，咱知影讲有这种鬼啊，叫做野鬼，啊，这野鬼呢有一点哦，啊，喜欢跟人家开玩笑的，啊。啊，咱的身体呢较虚吼，啊，体较衰弱的时吼，哎、欸，他就跟你开玩笑，啊，他来压你，哦，压鬼，哦，啊，有那时啊呢，啊，日时啊、暗时拢会同款，啊，到底下吼，啊，你话话不出来，啊，伊在你压呢，动弹不得，啊，所以这时关键念阿弥陀佛，啊，那念佛吼，哎、欸，就没有了，那压鬼就跑掉了，啊，所以这呢，咱过去嘛，捌拄着。啊嘛，真侪同修嘛，啊，拢有这种的情形，啊，所以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哎、欸，妖魔鬼怪拢走了了啊。甚至呢，咱的冤亲债主啊，你看，伊念阿弥陀佛啦，啊，现在冤亲债主就没有啦，啊，就消失啦，啊，
那么这法师呢，就叫张善和啊，继续去念。啊，念差不多十几分钟。啊，这张显和讲呢，讲一看到阿弥陀佛来。那么这法师就劝啊张显和赶紧对这个啊阿弥陀佛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伊就往生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往生有偌久？啊，那一二十分钟就往生啊。啊，所以讲念佛啊，唔免到一天啊，啊到七天啊，唔免啊，啊几十分钟就往生啊。啊，所以本来啊，张显和做这个业啊，这是爱对地狱啊，杀生啊，一世人抬下只牛啊，啊，所以这罪业真深重啊。啊，但是即卖呢，一见拄着阿弥陀佛啊，法师劝伊念，伊就肯要念，真老实哦。啊，伊肯要忏悔哦。啊，肯要发愿咯、哦？你也看，这一个人吼、哦，真正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念这句阿弥陀，你看，这个业障完全消除，福报完全现前。你看阿弥陀的接引去西方啊，本来要对地界的，对地界的门口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看，这时间有偌久啊？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啊，本来爱对地界的，一日就对地界去成佛啦。啊，这是张显和。啊，那么过去呢，宋朝因科法师，咱师父讲经内底时常在讲着。啊，所以呢，咱所讲的拢是造罪业。啊，因科法师呢是破戒的一个法师。啊，怎样讲呢？啊，将来啊，伊所犯的这个戒。啊，一定要对地界的啊，这罪业真重啊！啊，那么后来呢？啊，伊的同参道友呢，送伊这个往生端啦、啊，伊看了后真感动啊，讲边边拢做人啊，啊边边出家修行啊，啊，结果伊也准备对地界啊，所以这是什么？这点啊，伊个未歹，相信因果啊，啊，知影家己啊，做恶业将来有恶报啊。啊，爱去受苦啊，所以呢有惭愧心啊，所以看到人拢在当念佛往生啊，啊，激励他呢，伊嘛要发愿去西方啊，啊，所以伊一个激励起来，真用功哦，将这个房门哦关起来念佛啊，念三暝三日拢无困，拢无食饭，结果呢将阿弥陀念来。啊，阿弥陀念来了后呢，阿弥陀在讲，啊，讲你还够十年的寿命，还可以当活十年，哦，啊，所以慢慢来，啊，十年了后，我才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这个因科法师也真无简单啦，知影家己啊，啊，家己什么呢？这根气很差啦，啊，真容易受外面的这个境界引诱啊，啊，所以讲啦，伊讲哦，阿弥陀发十年寿命无碍啊。啊，搁再活十年哦，恐惊迄阵就袂当往生啊！哦，啊，搁做真侪罪孽嘛，我无爱十年的寿命，放下啊，放弃了，我即马就要对你去啊！这真聪明，真有智慧啊！你看咱有寿命无爱啊，会当去西方赶紧去啊！啊，所以这点啊，咱来学习啊，唔通讲咧，哎、欸，阿弥陀要来接你啊，讲阿弥陀，我搁有一只代志还袂处理的啊，等我处理好再去。啊，能去赶快去，还要处理啊！算了，放下吧。连寿命拢放下，何况是其他的代志啊？所以这是呢，予咱真好的警惕啊。那么阿弥陀呢？哎，看伊的这心嘛，这么圆圆，这么切啊。那么就来讲啊，讲安尼好了，三天了后，我来接你往生啊。所以这是等于阿弥陀佛来讲好事啊，要好事啊！三天以后特别接伊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欢喜门拍开，向大众宣布：阿弥陀佛三天了后要接我往生啊！啊、哦，结果三天了后啊，那么做扎课的时阵呢，啊，伊向啊大众啊要求啊，大家今仔去做扎课吼，卖念其他啦，帮我念佛，送我往生啦！哦，啊，所以呢，啊，大家就替念佛啦。啊，念差不多十几分钟尔，阿弥陀就来啊，伊就对阿弥陀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大家想看嘛，这时间偌久呢？六天，哦，
啊，三天念佛记佛啊，啊，佮等三天阿弥陀来接，前后六天。这个所在讲六一日佮六七日，这真正呀，真正有人做会到啊。啊，所以这是呢，啊，予咱呢了解讲呢，啊，咱念佛啊，啊，这个会当成就啊，这时间唔免真久。啊，只要啊，啊，真正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缘，信愿具足，即持即句名号。啊，老实念佛，咱真正会当是真短时间得个成就。啊，阿弥陀佛，接咱往生。啊，所以希望呢，咱大家看这个经文啊，会当啊提醒咱家己啊，激励咱家己信愿持名的啊，而这个用心啊，认真呢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世人一定要赶紧去啊，因为我拄啊讲过，即马去啊，时间都拄啊好。啊，去遐做官咯，哦，啊，开国的官咯，啊，啊，所以呢，啊，一定呢，啊，这世人啊，一定爱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啊，那么今仔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啊，咱向诸位啊，就介绍到这，啊，如果要讲了无完饭，有错误所在，敬请咱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丁多多批评、多多指教，多谢诸位，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今仔日是咱这次四十九天护国十灾三时系列的法师啊，今仔日是第29天咯，哦，所以时间也过得真紧啊，咱剩20天就完完啦。所以呢，啊，大家真难得啊。那么每一天啊，拢来参悟啊，咱这个护国十灾发挥啊，这个因缘真难得啊，功德啊是非常的殊胜啊。那么，咱有听到董修明在这段时间呢来参悟啊，感觉法喜充满。因为咱这个课程啊，啊，我那真紧凑啊，对透早到透暗啊，啊，所以啊，等于讲呢，大家伫遮也是非常的精进啊，用功啊，那么很密集的啊，专修专学，所以这个好个啊，啊，就比咱平常时啊，啊，久久来一遍啊，来参加。这种好个的差价税啊，所以呢啊，其实喏，这种机会、这种因缘啊，咱一定爱把握啊，好好啊啊来用功啊来参悟。那么尤其咱在这段时间来呢啊，那么因为啊啊这时间嘛无算介多啊，所以呢啊无法度呢啊详细啊。啊，来深入啊，大注意啊，讲这个啊，《弥陀经》或者是三时系念里面啊，这个深意啊，所以讲呢啊，咱啊有这个概念啊，咱家己呢啊，会当呢啊，在平时啊啊来用功，就是来听咱师父呢啊，这个讲经啊，这个光碟。那么因咧受用啊，就比以前啊啊更加舒心啊，所以这一个啊，一个简单的啊大概的介绍啊，所以予咱了解啊，这个三时系念这个功德的舒心。那么讲到这个《弥陀经》这个内容的大意啊，啊，昨昏向诸位介绍到
咱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管是环境也好啊，人事也好，以及呢啊，那么一天咱底下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依境庄严啊，拢非常的殊胜啊。那么了解极乐世界这样也好啊，到底咱是要安怎去呢？啊，所以在这所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咱讲出了，叫咱爱持名念佛啊。那么这里底呢，上重要的啊，世尊劝咱啊，应当爱发愿啊，来愿生彼国。所以这个愿力非常重要啊。所以虽然这个所在真好啊，但是你不管你要去，安尼嘛无法度去啊。啊，所以关键呢，就是这个愿。所以讲信愿持名，就是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键。啊，你唔是在讲，我念佛要念偌济啊，要念偌久啊，唔是在这，是在信愿。啊，那么这个信愿呢？也就是呢，咱这个所在啊，啊，注意所讲的啊，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你有信愿，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也够足啦啊。因为呢，这个善根呢，咱曾讲过，就是对这个法门，你也当相信啊，你也当呢了解啊，啊，信得过啊。那么尤其这个法门的道理啊，跟其他法门无同款啊，因为咱曾讲过，咱一个凡夫，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是阿维瓦底菩萨咯，啊，至少是七地以上的菩萨咯，这若是去跟其他的经教来比较啊，其他的经教内底唔是安尼讲的啊，这是无可能，咱讲。天方夜谭啦！啊，哪里有这种代志呢？所以真侪法师、真侪学佛的大德同修，伊唔相信这个法门啦。为什么不相信？因为这讲的道理，跟其他的那些法门无同款啦。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本经是释迦牟尼佛亲身同讲的啊，咱信得过。对于这个讲法，咱就当相信啊。所以讲呢，这个法门啊，就叫做特别法门啊。特别在哪里呢？跟其他的经讲的不同款啊，特别啊。因为啊，伊就是去讲咱凡夫去到西方就成佛啦，一生做佛啦。这是真特别的呀、啊。这其他的经讲不通的呀、啊。在净土法门拢通啊，啊，所以这是因为啊，咱相信释迦牟尼佛，相信阿弥陀佛，乃至相信十方诸佛，因为诸佛拢赞叹啊，啊赞叹就来讲无问题啦、啊，这是正确的呀、啊，这是上殊胜的呀、啊，啊，所以后面呢有十方诸佛赞叹流通，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咱做证明啊，啊，这个法门正确啊。但是呢，要成就呢，必须爱相信啊。但是相信就不简单啦啊，因为呢，几个人也当相信这个殊胜，这个圆满呢。所以讲呢，这个法门叫做难信易行啊，要修很简单，你只要肯念佛，信愿持名，你就成功。但是呢，就是很难信啊，啊，信不够啊，啊，所以呢，咱伫遮呢要讲解这个弥陀经啊，哦，大家了解，就是要增长咱的信心，啊，加强咱的愿力，安尼咱的往生就有把握嘛，啊，所以你肯要相信。你就善根啊，啊，你也当信得过啊，啊，然后你想要发愿，要去念佛去西方，
那就是有福报啊。所以讲呢，这个真正肯念佛、依教奉行、求生净土的人啊，这就是心愿具足啊，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啦。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个世间上有福报的人啊。所以你讲哦，这世间人啊，什么叫做上有福报啊？你看世间人有钱有势啊，这种物件炸得起啊。好，你享受也十几年嘛，啊，二十年、四五十年嘛，上者给你一百年，啊，一百年了后呢，哎，什么要炸去的，拢无啊，空的，啊，所以你讲福报就做一百年了嘛。但是呢，咱今仔念阿弥陀佛的人，哎，这福报不是一百年呢，无量无边呐，阿精机业，哪里嘛，无量寿嘛。寿命无量啊，啊福报嘛无量啊。其实呢，所有一切拢总无量，因为咱是念阿弥陀佛的啊。那不念阿弥陀佛呢，这是真歹讲啦啊，一切都不能够啊，心想事成啦啊，你的愿望拢无法度达成咯啊。但是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完成，那这是真的 啊。所以其他你现在看到更再好那都是假的，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是真的。所以说这是世间上有福报的人，就是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经文啊，咱慢慢来看啊，你就越来越有信心，越来真正呢啊，越愿意啊要来发愿去西方。那么尤其呢，在这段文里面当然讲到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呢，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另外一个星球啊。咱在这个经文里面有看到啊，距离咱这个世界是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么这么远的所在，咱要安怎去呢？叫咱去找嘛找无啊，那到底要安怎去？这是真大问题哦，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咱唔免烦恼啊。为什么呢？因为到时阵啊，唔免咱家去找阿弥陀佛来接咱去，那这就方便啦。其他的法门爱家己去呢？咱唔捌听讲啊，其他法门会来接人的呢？无啦，无听过。只有这个法门有听到，讲阿弥陀佛会来接咱，哦。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在下面这段啊，这真重要哦啊，咱来看这段经文。既然临命终时啊，咱先对头前开始念啊。下礼佛，不可以消现今福德因缘，得心彼国。下礼佛，若有现男子、现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其名号，六一日、六二日、六三日、六四日。六五日、六六日、六七日，一心不乱。既然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无著圣众，现在机前，是临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你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行彼国土啊，咱看到这个所在，所以这段文呢啊，当然讲啊，足清楚啊，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啦，要来迎接咱去啊，所以啥物人来接呢，拢未使，一定要阿弥陀佛接啊，所以这临命终的时阵啊。你看咱呢去当助念啊，这助念的时阵啊，上重要的就是要讲一句开始啊，这句开始呢，你一定要不断的提起啊。什么开始呢？就是要等到阿弥陀佛来接，你才会当去啊。那是呢，阿弥陀佛没来，你未使对别人去哦，啊，这真重要。
啊，对别人去吼，这些都不是去极乐世界啊咯，啊，恐惊去三恶道，啊，所以一定要记得阿弥陀佛，才会当对去，啊，或者是呢西方三圣来，啊，做回来，哎，马上对去，啊，所以这是呢，咱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导师啊，阿弥陀佛会亲身来迎接啦。甚至呢，要够有这个观音设计啊，咱看咱佛师这西方三圣啊，啊，对着阿弥陀佛这回来啊，要够有其他的诸大菩萨啦、啊，甚至呢，这诸上贤人啦、啊，拢会这回来欢迎你，来迎接你啦、啊，啊，所以咱来看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接引图啊，你得咱看出讲啊，到时阵啊，就参照这接引图来得赶快呢。这么多、啊、这个信众来迎接我们、啊、所以我们后面有一张接引图 啊我们绕佛呢西雄 啊看一下、哦、将来我们要去西方的参详真闹热、哦、很多人来 带我们迎接、啊、所以大家都欢迎我们到西方的世界、啊、但是这个往生的条件呢、啊、这个所在呢跟我们说到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哦、而且呢心不能颠倒、哦、但是这个一心不乱、啊、我们要记住、哦、这经常所说的这个一心不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一心不乱，如果要达到真正一心不乱那种程度、啊哦、恐惊这个功夫啊，咱在座每一个人，无一个有把握会当做得到的，因为迄必须爱断见思烦恼，才会当证到事一心不乱。啊、哦，这是一般的讲法啦。啊、哦，但是呢，那是要讲证到真正的事一心不乱、断见思烦恼，咱哪里做得到呢？咱做不到啊。啊、但是这往生的人自古早啊，你看这圣贤录啊、往生端啊所记载真多啊。那么敢讲这些人拢是证到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在我们看了、啊、不见得啊，因为迄位念佛时间遮短呀，哪里有法度有这个功夫证到一心不乱呢？啊，所以呢，咱这部经啊。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哦、但是呢弥陀经还有另外一本的版本、哦、是玄奘法师、啊、就是我们说的东调的东三宗、啊啊、去印度取经的东三宗他也翻译阿弥陀经呢，所以阿弥陀经有两种的翻译的版本。那么根据呢这玄奘法师所翻译的他这个弥陀经啊是依照伊原文，一字一句拢无改变哦，啊，原汁原味哦，啊，它保存起来哦，啊，翻译了后，互咱看，哎，这个所在吼，伊就无翻作一心不乱咯，伊翻作啥物呢？伊翻作邪念不乱。哦，咱看到邪念不乱啊，咱就放心吗？为啥物呢？这邪念不乱，咱就做会到嘛，一心不乱是做袂到。啊，邪念是啥物呢？咱即卖是做三世邪念啊，邪念啊，就是咱讲的挂碍啦，啊，牵挂啦，放不下啦，迄只叫邪念啊。哦，那么这个牵挂咱上搞啊，你讲其他咱袂晓，但是牵挂咱上搞，哦，放不下真咱上搞的，哎，啊，但是呢，你其他放不下这袂使啊。这要去三恶道嘞，这要六道轮回嘞，但是呢，咱阿弥陀喏，那了掉啊，阿弥陀好啦，未使放生啊，接着阿弥陀，接着西方极乐世界，安尼就成功啊，安尼咱做未到，哦，所以叫你杂行拢卖想，拢放下，做未到，安尼不要紧，拢将这个精神，达灌注在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做邪念。所以邪念呢，念念不忘啊，
所以呢，啊，将所有的外缘呐，啊，拢啊换作阿弥陀佛，将咱上挂碍、上放不下，来转作阿弥陀佛，安尼你就成功啊！啊，这就是黑念啊！啊，所以过去啊，有一位老太太啊，那么伊讲伊念佛念十几年啊，有一天去见咱师父。问咱师父一个问题，啊，伊讲师父啊，我念佛念十几年啊，我逐项拢放下啦，啊，但是做我一项放未下，啊，唔知要安怎，啊，咱师父就讲啊，啊，你啥物放未下呢？孙啊放未下，啊，孙子啊，啊，真正啦，啊，过去呢，啊，是对囡仔放未下，啊，儿女放不下啦。那儿女长大都飞掉了，像鸟都飞了，你放不下也要放啊，他跑掉了，啊，现在呢，现在还有孙啊，孙呢，还要照顾，孙子放不下，那这些同修也有这种感想，啊，真的有时候很操心，孙啊，哦，孙啊后面哈，这边安怎呢？啊，所以我们师父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个吼，哦，念佛啊念十几年。啊，大人拢放下，孙啊放未下，你这不是念佛啦，你这是啥物？这念孙嘛，啊，那心内是孙啊，不是佛啦，所以不是叫做念佛，是念孙，啊，虽然咱嘴是在念阿弥陀，啊，口念心没念呐，啊，那心是孙啊，所以你叫做念孙嘛，啊，所以你这个念佛啊，白念了，啊，只有口念啊，心没念，啊。啊！但是伊问讲啊，免怎怎么办呢？啊，不能往生啦！啊，俺师父讲啊，真简单啦，啊，将你这个念孙吼，他换一个啊，换对象啊，换做念阿弥陀就好啊。哎，对象一个换就成功啊。哦，所以过去的啊，放未下真操烦，真牵挂这个孙啊，今嘛好啦，换做阿弥陀佛，牵挂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啊。所以呢，其实吼，咱伫只操心放未下啊，咱敢有法度有能力去帮助咱的孙吗？其实是不可能的啦，其实是做未到的啊。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嘛，莫为儿孙做马牛啊，那么唔通对啊，对为这个孙啊做牛做马啊，啊，这子细人拢是空的，你以为的命运啊，唔是咱会当来主宰啊。所以讲啊，咱真正啊是要帮助咱的孙，照顾咱的孙哦，只有一条路尔。啊，对一条路呢，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咱前几天讲过啊，有神通、有智慧、有能力啊，啊，大行拢圆满啊。这个时阵你有本事啊，得当来照顾你的孙啊。你的孙伫六道啊，伊无往生嘛，伫六道嘛，啊，对一道。啊，你看个清清楚楚，啊，伊在想什么，你明明白白，啊，伊需要什么，你马上会当来帮助。你也看，这是不是真正去照顾着孙呢？啊，咱即马现在照顾未着，咱即马叫做什么？叫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啊，家己呢一点啊功夫拢无啊，烦恼都要未断的啊，啊，业障个也怎样重啊？你免他照顾，你免他帮助。所以讲吼，真正要来照顾咱的孙哦，只有去西方极乐世界啦，啊，无其他办法啦，啊，所以这是下面呢，接着是啊，咱一定要清清楚楚，啊，牵挂可以，牵挂谁呢？只有牵挂阿弥陀佛才有用，牵挂其他的拢无好，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细念不乱。啊，邪念不乱，这是玄奘法师同人讲的。那么这呢，咱就做会到啊。哦，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也一心不乱，咱做未到啊。啊，但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这一心不乱，敢有翻唔对吗？有没有翻错啊？也没翻错呢。啊，为什么？因为咱念到细念不乱，念到功夫成片。到时哈，阿弥陀要来接引咱的时候呢，伊会放光啊，放光啊，
啊，甲你接引，甲你加持，一个奉公甲你加持的时阵呢，你本来是四念不乱啦、啊，你本来是功夫心片啦、啊，一下子就提升到一心不乱了，啊，功夫的加倍啊啦。所以讲啊，阿弥陀佛接引咱，咱得到一心不乱，这嘛无讲了无唔对啊。所以这两种啊，拢会通。哦，所以呢，啊，换一句话讲，啊，这就是呢，咱念这本经，咱看到这本经，咱人人有信心，啊，知影呢，这个法门咱做会到，咱修会成功，因为伊只要念到功夫心片啊，邪念不乱，就会使。啊，那么这个所在呢，有一个关键的是心不颠倒，啊。所以在这个临命终的时阵呢，阿弥陀佛感觉圣众现在咱的头前，这个时阵咱的心未使颠倒啊！啊，其实呢，那是真正圣众现前呐，阿弥陀佛佛光助教，自然咱的心就未颠倒啊！啊，所以在这个时阵呢，就是呢，咱十念一念拢会往生啊！啊！所以过去啊，在这个美国，差不多十多年前啊，啊，那个时阵呢，在华盛顿 D.C. 啊，这个美国的首都啊，啊 D.C. 有一位叫周广大居士，啊，这个周广大居士呢是开面包店的，啊，后来呢，啊生病了，啊得病得到下面得到血癌，癌症。啊，结果呢？因厝内人啊，真着惊，真着急啊，到处啊啊去找方法，但是医生宣布啊，这无方法啦、啊，医未好啊，放弃治疗啊，啊，所以呢，剩无外久的性命了，啊，所以因家的人呢，打开始啊，到处啊求神问卜。啊，医心不好啊！啊，那求神问卜啊，有一天啊，去拄到一位啊，咱伫这个 D.C. 啊，啊，这个佛教会啊，有一个同修，叫做龚振华居士啊，去找到这个龚居士啊。那么，请到这龚居士呢，龚居士啊，就来看啊，探望他啊。结果，这个龚居士看到这个样子啊。啊，看伊这个模样未好啊，啊个底下拖啊，啊个底下呢想办法要去找啊求神问卜，要来帮助啊，一看安尼哦未使，这样哦不但没有帮助啊，会害了他啊，所以这龚振华居士平常时讲话嘛真直啊，直来直往的啊啊，未带你讲好话啦啊啊，讲拢实在话啦啊，所以一看这个情形啊。啊，这是人生哦，实在讲啊，是一个上重要的时阵，上关键的时阵啊。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关键的时阵呢，这龚居士来讲，他讲吼，你吼、哦，慢去求好啊，不要去求这个身体好啊。伊讲吼，你求身体好啦，你身体重视好啦，你嘛是会去苦啊，还是会苦啊，将来还要走啊。啊，还是很苦啊！你何必搁底下世间受苦受难呢？为什么不要离苦得乐呢？伊讲那你有法度离苦得乐呢？有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就离苦得乐啊！啊，所以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的庄严，互伊了解啊。讲遐尼啊好的所在，去到遐未生死、未轮回啊，一日到暗拢快快乐乐啊，底下修行。永远拢少年未老，哦，这种所在你不要去，你要去什么所在？啊，你何必搁底下受苦受难？啊，所以呢，公告呢，啊，这周广大居士，哎，心动了，哎，感觉讲，哎，讲的有道理哦，哎，真好啊，啊，安尼我嘛要来西方求世界啊，所以就吩咐引导的人讲啊，不要再去求神问卜啊，卖搁去找啊，啊，就替我念阿弥陀佛，助念。所以说呢，
这个时阵啊，伊头脑都清楚的，所以呢，这个身边的人啊，那么就可以开始做了，要跟同参道友拢来做了，结果呢，念佛念多久呢？念三天，没有间断哦，三暝三日哦，一直念，念到最后呢，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你往生，你看念三天而已了。那么第一天呢，他记着啊，地藏王菩萨来接引，讲他看到这菩萨来了，他讲出来，大家一个听吼，知影这是讲的，就是地藏菩萨，那么他讲出来，这个菩萨要来接引啊，这共居士就来讲啊，讲未使，你一定要记着阿弥陀佛才会当去，任何的其他的菩萨来，拢未使对去哦。所以呢，继续念佛啊，卖草皮，念阿弥陀佛啊，继续念这菩萨就走了嘛第二天伊讲伊记得观世音菩萨要来接伊这共居士讲啊，嘛未使去，无阿弥陀佛来拢未使去继续念啊，伊嘛继续念。到了第三天呢，西方三圣以及诸上贤人啊。对天空啊，天空哦，对这个天空啊，降临来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讲呢，伊亲身看到供出来哦，西方三圣来了所以就对伊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伫这个美国所发生的真实念佛往生的公案所以看。你命中的时阵真重要啊！那头脑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啊，伊分辨得出来啊，这叫做心不颠倒嘛。如果这个时阵啊颠倒就害啊，甚至讲呢昏迷不清，迄嘛无法度啊。还有呢，家亲关系讲无熟悉啊，不认识了，这种人要往生就困难了。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业障现前大多数呢，这种情形啊，拢被业力牵引这个业力牵引呢，就要看咱这世人的行业咯。咱这世人啊，做善业较多那么到时牵咱去投胎是善道善业牵去善道。那是这世人恶业做太多啊。看咱去投胎转世是恶道恶业这恶业的力量传咱去的，甚至呢，冤亲债主也变现啦变现你吼上介意的不管人也好啊，事物也好，你上介意的来引诱你引诱你上当，牵引你到恶道去报仇来报完刑。所以你要看，你命中的时阵啦，这个时阵未使颠倒啦，一个颠倒吼就惨啊啦，就行唔到路去啊啦。所以这个时阵上吊呀，就是爱呀提醒，赶紧提醒，爱会记住咯，记着阿弥陀才会当去。你看话喏，看到什么人伊上介意的些亲人爸爸妈妈啦，像兄弟姊妹啦来接引啦，迄种未使去，迄种危险嘛。迄种冤亲债主变现的所以讲这临命终的时阵头脑爱知清楚，一点啊拢未使未晓所以呢，这个人甚至讲伊若无念佛嘞，可是伊头脑知清楚明明白白厝内的人囡仔大细拢真清楚拢真熟悉那么这种人绝对袂第三恶道。虽然无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伊嘛未去恶道至少人天两道这嘛算福报咱世间人讲这叫做考受中五福临门五福之一这那一大福报。人造的时阵受中正寝头脑清澈离开这个世间。所以这五福最后一条叫做好事
啊啊，死得很好啊，很明白啊，所以人讲啊，好死就好生呢、啊。啊，走得好啊，来些哎，企业所在都好啊，啊，所以呢，这真重要啊。啊，那么今嘛呢，咱念佛更加好啊？为什么呢？咱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啊，那不是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也是六道轮回啊。啊，咱今仔去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六道轮回咯。啊，所以这就是呢，咱的这世人哈、哦。啊，实在讲啊，人吼、哦、修福啊，人这个福报啊，这祖师大德人讲啊，爱认真修福，卖去享福啊。这个、福报哈、哦，平常时咱卖享受啊，拢啊老了啊，拢啊累积起来啊。那等什么时阵啊，再来享受呢？哎，老的吼、哦，临命终的时阵再来享受。那你命中要哪享受福报呢？你命中吼无破病，无病苦，头脑即清楚啊，无业障现前啊，有知识智，念佛往生啊，清清楚楚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咱啊，这种人就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的人，无其他的福报比这个较大啦。啊、所以咱讲今仔日吼，伫这个世间呐，一世人，咱一世人的福报，特别求这条尔嘛。啊，其他的呢，其他都不重要啊。啊，你讲呢，一世人，你讲我大富大贵，有钱有势，到最后呢，死得很惨。你说这个福报，这一生的福报，假的啦，都不是真的。啊，甚至呢，走的时候，啊，糊里糊涂。啊，迷惑颠倒，啊，昏迷不醒，啊，你看这世世人福报嘛是假的啊，啊，所以呢，求你命中的心呢，心不颠倒啊，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真正聪明、上福报的人啊。所以咱这世人要求什么？啊，就是求这念嘛。咱学佛讲实在，上实际得到利益。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这啊！所以那学佛的人真现实呢。啊，你看，咱求的是什么？是上大福报呢？那这不是上现实吗？世间人讲的现实啊，是假的啊！哎，那个假的，那个带不走的啊，虚幻的。哎，咱念佛的人求的这个现实，那才是真大福报，上大这个真正现实啊，现前实在啊！啊，咱得给对的呀，你不是很信吗？啊，所以讲啊，人啊，在这临命终的时阵，绝对袂使颠倒，颠倒就害啊！啊，但是呢，咱来看这临命终呢，啊，颠倒的人太多啊！啊，你要看这个家护病房啊，啊，去地上做念啊，你要看吗？你命中的时阵，真侪颠倒的呀！啊，人拢未认识啦！啊，甚至还佫有家亲眷属伫遐种爱啊！啊，这叫做什么？冤亲债主啊！所以，甚物叫做冤亲债主啊？啊，你上疼的啊！啊，你上爱护啊！这亲人啊，就是冤亲啊！伊在你种爱啊，伊在你哭啊！啊，哭哭啼啼的，后尾哈，你这下子惨啊！啊，你这动心的，那不是障碍吗？啊，所以讲吼，啊，冤亲债主啊，咱吼真正啊，哪了解这道理吼？咱对平常时这亲冤亲吼，咱也看较淡的啊。你如果不淡呢，将来会去有影响哦，会有障碍哦啊。所以呢，这些哦越来越淡啊到时候呢，啊怎么哭也没关系，不动心啊，阿弥陀佛啊，念我去西方，没影响啊啊。啊，过去得罪人啊，我也不放在心上了，我也不计较了，哎，拢无影响啊。这就是呢，咱现在爱训练的啦。啊，慢慢啊，看淡，放下，安尼你才会袂颠倒啊。啊，若无去看到上介意的啊，这声就放袂下，啊，就颠倒啊。看到上讨厌，哎，嘛放袂下，嘛生气啊，嘛颠倒啊。
所以这很重要啊，啊，这个现在就可以练习了。啊，那么到了真正临命终的时候呢，离开这世间，啊，那么到底这离开世间的时阵，啊，伊是去什么所在呢？是不是咱看得出来？这看得出来呢？啊，这可以啊，啊，科研出来呢？在这个经常有人讲，啊，讲咱人吼，啊，这个身体啊，啊，有这个物质。跟精神这两项啊所组合起来啊，那么咱这精神里面呢叫做八识，有八识啊，五识啊，六识，七识，八识，这个八识里面哈，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就等于咱的主人同款啊，所以这个主人啊，啊，这个经常有一句话啊，啊，叫做呢去后来先做主公，这个主人、哦、是去后来先，人死了后，他上界最后离开的、啊、最后离开的。那么人要来投胎转世，他先来，哦，先来换去的，啊，做主人的，这叫做第八识，啊，第八识。所以呢，他来投胎呢。的时阵呢，啊，一醒来，这婴儿哈要不醒醒啊？这个婴儿还没有长成，啊、哦，伊得入去啊，入去胎内底啊，啊，啊，所以呢，这个时阵呢，八识啊，拢总有啊，啊，慢慢的，这个眼耳鼻舌啊，目睭啊，耳孔啊，下面慢慢啊长出来了，身体长出来了，啊，拢有啊，但是呢，刚刚来投胎的时阵，就是第八识。啊、哦，迄个时阵呢，其他无，只有第八识，所以第八识啊，叫做心识、神识，咱一般叫做灵魂呐、啊。啊、哦，所以以心来投胎。那么人若死了后呢，啊、哦，其他的第啊七个识，拢总未起作用啊，啊，拢总呢啊没有办法起作用了，但是第八识还佫伫啊。还留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第八识啊是最后离开的，最后走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啊，跟这个一般的医学的判断啊，无同款。你看医学的判断，讲人死啊，这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了啊，讲这人死啊。但是呢，在佛法看，人也未死哦。为什么？第八识还佫在的啊，还无离开身体啊。啊、哦，所以大概啊，这个时间差不多八点钟。所以八点钟了后呢，这个第八意识才离开，啊，咱讲灵魂才离开啦。啊，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才真正无感觉啊。啊，所以为什么咱讲啊，这个助念的时阵啊，人过身去哈，这八点钟未使来叮当。啊，为什么伊有感觉呢？他第八识还在啊。伊也有感受哦，所以你啊叮当着吼，哦，伊很痛哦，啊，有苦说不出哦，啊，唔是没有苦哦，他说不出来而已哦，啊，所以这个所在拢未使来叮当，啊，赶紧来助念，让伊心嘛会当安定，啊，随着咱来念佛吼，啊，对咱念佛啊提起正念，这真正会当对伊啊得到上大的帮助，帮助伊会当啊念佛啊往生。阿弥陀来接引。如果你在叮当啊，一个受气啊，一个艰苦也受气啊，一个受气的时阵啊，万一这个时阵啊受气啊，这个时阵啊啊，去投胎转世，安尼就惨嘛，往往啊去堕恶道啊。所以呢，过去啊有这种故事啊，这是真正呀、啊。讲有一个国王啊，那么平时伊有哪有学佛啦啊，那么有哪有供养这啊这个法师啦。感谢法师来结缘啊，护法啊，那么护持道场。那么到伊临命终的时阵呢，啊，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啊，结果呢，伊要回去以前啊，那么伊边有这个侍从啊，天气因为啊，印度天气真热啊，所以呢啊，这侍从就这开心啊，底下一直风，让伊较凉的啊，而且一直到最后啊，忝嘛。
人忝吼，啊，这个打瞌睡了。所以呢，这侍从啊，迄台照顾的人啊，迄一打瞌睡吼，啊，这个手啊，发放松去，这个亏心啊，煞去落伫迄个身躯啊，啊，拍着身躯啊，伊会疼。接着一个疼，一个受气啊，拄啊这个时阵啊，伊的心识灵魂啊，离开身躯啊，咱讲这个时阵死去啊，啊，结果呢，这个时阵伊的心识就投胎去恶道啊，他的心啊起了恶心。亲魂心嘛，结果投胎去恶道，投胎去什么恶道呢？去做蛇，投胎去当蛇了啊！所以你看，一个国王死了哦，去做蛇啊！这种代志，咱伫这个台湾嘛，捌看过啊，迄报纸嘛，捌看过啊，讲人死了后哈，去投胎做蛇呢，马上就做蛇。啊！甚至伫这个台湾有真有出名、有钱、有势的人啊。死了后，我真正做蛇，迄蛇吼啊，真正对这观察啊，内底呢走出来啊，有人看到啊，啊，所以讲啊，这种呢死了马上投胎做动物的，有哪有啊？那这个国王呢投胎做蛇了啊，那么人替伊超度啊，叫法师代超度啦，啊，结果因为伊感觉的法师呢啊过去啊。啊，跟法师拢有结善缘呐，啊，所以有一个有功夫啊，有修行的法师，知影讲啊，这只蛇是国王投胎啊，所以特别来开始啊，来超度。最后呢，国王才离开这个蛇身呐，啊，投胎到道理天去啊，离苦得乐啊，啊，但是这嘛是究竟，可是这个故事，互咱了解讲呢，这人命中真重要。啊，绝对袂使在颠荡，啊，绝对袂使让伊起心动念，啊，尤其呢，啊，你看受气就清惨，就去恶道啊，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大部分的人八点钟，这个身体，你要看，咱这个八识哈，啊，八点钟啊，啊，才离开这个身躯，啊，但是有哪有例外的？嗯，是讲呢，安拢大家拢八点钟诶，无遐拄好啦，还是有啊状况外的啊。虾米状况外呢？有一挂人吼、哦，对这个身体特别贪爱，放未下啊，所以这边离开哦较困难哦，很辛苦啊，要离开特别辛苦，太执着诶嘛。所以这种人大概吼、哦，唯有超过十二点钟诶呢，甚至早四点钟我拢有啊，才离开的啊。啊，甚至讲几啊天都唔离开耶，哦，啊，佮有真久佮唔离开耶，那变成啥物叫做守尸鬼了？哦，那有守尸鬼哦，啊，伊唔肯离开这个身躯啊，啊，这就是啥物呢？真过分啊，真啊，太过于啊执着了，我执太重诶，啊，所以这种人哦，啊，要离开这个身躯也真痛苦。也很难离开，也很麻烦，所以讲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大部分拢是八点钟，那么到底呢，这离开的了后，是咪是会当知影讲伊去什么所在呢？这个佛经内底吼有一首偈，有一首偈子，哦，互咱提供做参考啦吼，互咱了解吼、哦，大概这个往生的人去什么所在，这首偈子怎么讲呢？叫做鼎盛衍生天啊，鼎盛就是头壳顶啊，哦，咱人吼、哦，这个第八意识啊，这个心识离开身躯了哈、哦、啊，那么规个身躯拢冷去啊，那么最后离开的迄个所在，佫烧烧的啊，所以呢，这第八识是很软的，有软识啊，有温度的。所以呢，得看伊啊，这个软识，这个温度啊，最后。规身躯拢冷啊，看这个温软度哈、哦、啊，烧烧的所在在哪里？得当判断伊去什么所在。那么鼎盛就是讲呢，规身躯拢冷去啊，头壳顶阁烧烧，哦，这上好啦。这什么呢？这就是啊，去西方极世界啊，去佛国啊啦。哦，这个鼎盛啊，成盛了啊。所以讲呢，啊，咱若讲念佛念到最后，他头顶是热的，哇，这个瑞相。人讲这水上真好。
哦，啊，佮有咧面色足好诶，哦，脸色如生，啊、哦，甚至画个比仔色佮较好，哦，参像这睡觉赶快睡得很甜的样子，哦，啊，佮身体哦，四肢很柔软，啊、哦，这个人讲哦，嘿，画吼、哦，那死了后讲会惊身躯上硬，无法度清查啦。啊，其实啊，那念，你看念到最后啊，念佛啊，不可思议啊，两个最后还辛苦正嫩的哟、哦，哎，那穿衣服都没有问题的，哦，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修啊，他这个念佛念的啊，24小时以后，哇，身体还很柔软呢，哦，啊，脸色很好，啊，昨天呢，啊，他女儿来啊找我讲这个状况，啊，很殊胜，啊，他跟他妈妈讲说呢，叫他妈妈要来谢谢我。啊，要在梦中给我讲，他问我有没有做梦梦到他，我说目前还没有梦到。啊，去极乐世界了就好了啊，不一定要来做梦。啊，所以呢，这个哈、哦，龙瑞相啊，心态真柔软啊，面色真好啊，顶头顶是热的哦，啊，这就是呢，去好所在啊啦，啊，行佛行菩萨去啊啦。啊、哦，那么呢，眼升天啊、哦，这眼睛哈、哦，大家拢定诶，眼睛哈、哦、啊，要个修诶啊，这是下面的代表啊，行天气呀、啊，啊，这天灵呐、啊，啊，啊，人心恶鬼附啊，这个人哈、哦，这个、心中啊、哦，最后是念的，其他拢念去啊，诶，做人去啊，啊，投胎做人啊，啊，那是八道是修诶哈，得较歹啊，哎，去做恶鬼啊，哈。啊、哦，啊，畜生哈、哦，啊，精生哈、哦，个膝盖里，啊，就是呢，这卡污啊，啊，卡污起修诶，啊，去做精生啊，啊、哦，地狱脚板粗啊，啊，这个哈、哦，啊，那是啊，啊，这个卡底哈、哦、是修诶哈，这起惨嘛，去地底噶噶，啊、哦，啊，所以讲哈、哦，这是哈、哦，咱啊，在这个助念了后啊，啊，念佛哈，啊，这个助念啊，经过8点钟、12点钟了后。啊，那么在这个啊、这个入殓的时候呢，那当修瓜探起来啊，那不要在这个8小时当中去探哦，不可以哈、哦、啊，不可以干扰啊啊，当在入殓的时候呢啊啊，那些需要探起来讲哦，哎，他大概是哪里热，哎，那的怎样讲哈啊，他到哪里去了？啊，这是佛经来的哈啊，当然呢啊供出来啊，好让自己参课啊啊，其实呢啊，现在呢上重要的是呢，这个。当中啊，爱带伊做念，爱带伊开始，啊，爱帮助伊啊，啊，满言放下，啊，心呢啊专注在这句佛号，啊，其他都卖想啊，啊，通通放下，啊，啊，所以呢，这是咱帮助这个临命中的人上重要的、上关键的这个时刻，啊，那么在这段文内底呢，啊，咱来特别个注意，啊，就是讲呢。啊，这个阿弥陀佛，感这诸上显灵呐、啊，啊，这个圣众现在咱的头前，啊，那么临命中的人，啊，这个心呢，一心都未颠倒，啊，得到佛力的加持，啊，一心念佛，正念现前，啊，那么得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这种的利益，咱现在啥物人会当证明？啊，讲这个利益是上殊胜的呢？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拢带咱做证明，尤其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中啊，带咱讲到，这个利益啊，是伊看到上殊胜的利益啊。所以这段文内底讲啊，讲舍利弗，我见是你，你看，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身讲的哦，我见哦，伊亲身看到的上界殊胜的利益哦。这个利益是什么利益？这个利益哈、哦，这个经常无讲出来，但是注解内底拢有啊。这个奥义大师在注解内面，等咱讲得清楚，就是会当行出五浊恶世啊，完整西方四土，一直达到呢不退转的地位，这叫做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身所看到的利益，所以咱念佛的人，就是得到这种利益。
啊，但是我这三句话讲出来，大家唔知影有感受到无？第一点，行出五浊，这真重要呢。横出五浊恶世，但这个五浊恶世啊，啊，那是讲呢，要离开这个轮回啊，啊，离开这个世间哈、哦，照一般的修学啊，一定是啊，一步一步。啊，来背一步一步来提升的，就参照读册同款，对一年、二年啊，对小学、初中开始读，然后读高中，最后读大学、研究所甲毕业，啊，一步一步啊来提升，这个方法叫做速出三界，啊，就参照背楼梯同款啦，一级一级那背，速出的，但是咱这个念佛文哦，唔是速出。唔免遐麻烦，唔免时间等遐久，咱横出从旁边就出去了，哦，所以这个利益啊真特别哦。那么这个所在我讲安尼吼，可能咱要有同修哈不明白，哎，不要紧，我讲一个例哈，举个例子哈，大家参考啊，你得较平平。我第什么例呢？这古大德讲的了哈，参像这个第一个感款，叫竹子，这个竹子哈一扎一扎。一节一节的啊、哦，这内底有一杯糖，这杯糖呢，要离开这个竹啊，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将这个节哈啊 啊一节一节的这个节哈，它咬破啊，像这竹啊哈一节啊，咬破一节，哎，再爬上去，再咬破一节，往上一节一节的爬，一节一节的咬。那你也想看嘛？那用想的就好啦。这尾糖要爬到外，要爬到这个最后，就这结哈咬破了，离开这个地界哈很难呐、啊，恐怕还没有到就死掉了。啊，太困难了。啊，因为这个结、啊、特别难咬啊，啊，上钉的嘛。啊，那么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一个方法。啊，那么咱拄啊讲诶，这个节一节一节咬破啊，这个这上面这个是一般通途的、一般修学的方法，就是爱升天，升天呢、啊、一站一站天起了后，最后才超过三界，离开这个六道轮回。啊，你啊看，这内底爱断烦恼啊，断一片烦恼升一级哦，慢慢啊升哦，升到最后才离开哦，很难呐、啊。啊，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哎，就是呢，啊，对边啊，夹一空出来，啊，这个虫啊，从旁边咬一个洞，啊，这个竹子哈、哦，你啊，经常被对外口咬哈，啊，对旁边咬啊，嘛不简单呢，啊，那外口皮嘛，真啊，很厚重啊，很坚硬啊，啊，所以也很难咬，哎，不要紧啊，这个竹啊哈，外面啊，比风吹雨打。啊！啊，拄啊去磨着一块石头，哦，啊，逐工安尼吼，风一个吹，啊，就磨到最后啊，这外皮拢磨到要破去啊，剩最后一根毛啊尔，这尾虫就对这个毛啊这个所在，啊，夹一空就出去啊。啊，那么这个外口比风吹雨打啊，磨伫这个石头，这代表什么呢？代表阿弥陀佛啊，这个慈悲愿力的加持，哎，当然加持，当然照顾啊。当然帮助啊，对外口来帮助，哦，所以从这个地界吼，外界吼要破去啊，啊，但是剩一根毛啊，这根毛啊，嘛爱靠咱家己去啊，搞破呢，啊，你别再讲呢，全部靠阿弥陀佛嘛，哈、哦，咱家己嘛爱夹一个嘛，啊，咬一下啦，哦，我们咬这一下就代表我们的信愿持名，哦，你信愿持名啊，念、哦、阿弥陀佛，哎，这爱靠家己啊，啊、哦，所以呢，咱家己的力量。啊，佮加上阿弥陀外口的帮助，这两种力量合作会就成功啊！咱就对外口吼啊，对边啊咧夹一空就出去啊，这叫做横出三界啊！对环的吼，唔、啊、是地的哦，环的啊，离开这三界，是啊，你要看，这唔是比咱啊一般的通德法门较简单吗？所以这两种法门，哎，看你要选对一种。哦、啊，所以呢，想想呢，咱也是念阿弥陀，较紧、较容易、较简单啊，较有把握、哦、所以呢，这就是呢，横出五浊啊，啊，无简单哦，啊，
所以呢是佛力给咱加持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啊，咱这个法门啊，咱这个法门呢，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完整疏透啊，完的是完完啦、啊，啊，精的是清净啊，哎，这个疏透就是凡行同一套，方便又一套啊，十八种严套啊，上一公净套，这四套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啊。那么咱去到遐吼，咱虽然是心地啊凡行同一套，咱也是凡夫嘛，咱也不是圣人呐 啊所以呢，咱心地上加这个凡行同一套啊。可是呢，咱心地这个套。顶管这三个这个净土呢，咱嘛得着啊。所以行动机就等于行方便土、行十八土、行一公土，叫做一修一切修，一生一切生，一正一切正。啊、哦，等于讲呢，咱伫凡行动机土，就当看到啊十八种严土、上一公净土，即系诸大菩萨啊感恩到顶啊。大家做伙啊、哦，所以呢，这个利益啊，是伫其他的这个国度内底呢所找无的。你比如讲，咱今仔日伫这个咱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咱是凡行同一套啊，咱这个世间有圣人，咱见未着啊，所以这个圣人无法度感咱呢，大家做伙斗阵。极乐世界呢，想见就见，因为旁边都是圣人，咱的厝边隔壁拢圣人啊，拢诸大菩萨。所以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所以今仔日呢，咱听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无唔错。金刚经里面讲，如来是真语者啦，这讲的话拢真实的啦，是实语者，是如语者，是不空语者，是不妄语者。所以释迦牟尼佛绝对袂欺骗咱，咱今仔听伊的话，照伊的话去做，绝对无错。照讲呢？这个人都不是普通人了，这个人就是上界有福报、上界有善根的人啊！这种人呢，就得到十方诸佛菩萨如来拢赞叹啊！因为伊这世人，就会当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然后呢一生成佛啊！所以咱呢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伊七条摩托杆讲啊，伊亲身所看到呀，伊带咱做证明啊，并且带咱可肯啊，咱相信伊老人家所讲的绝对无错啊，所以这相信不简单哦，啊，愿力也真重要哦，啊，那么一直到下面呢，一直到呢啊不退位啊，这个功德力更加厉害，为什么呢？这就是直接带咱讲。咱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得完整三种不退啊！这是什么地位？完整三种不退，这就是顶级菩萨的地位啊！咱头前讲过，不退位啊，完到初住菩萨，得证到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量不退。但是也无完完，到了十地菩萨呢？也无法度讲算作圆满啊，因为伊顶管也阁有啊。伊顶管是啥物呢？就是顶甲菩萨，就是咱讲的波处菩萨。顶甲菩萨、波处菩萨，伊则是圆满来证到三种的不退啊。所以讲呢，这个圆证三种不退的人啊，就是呢啊，咱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密尼菩萨。这些人都是完整三不退，叫做顶甲菩萨、哦、那么咱呢，今仔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咱就当达到三种不退，尤其是完整三不退的地位啊、哦，就是呢，咱绝对会达到顶甲菩萨的啊，这个啊地位，等于是辛苦同款啦啊、哦，所以每一个人都伫西方极乐世界会当证到。完整三不退啊，得到啊，波处菩萨的地位。但是我得注意讲，咱无伫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我们不在极乐世界成佛啊，因为我要供鬼啊，在极乐世界成佛得人太多啊，啊，咱头前有读到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无量无边阿僧祇算啦，算不完的啊，啊，人遐多啊，啊，阿哥呢，极乐西方极乐世界一拜只有一尊佛成佛啦，即马是阿弥陀佛啦，将来阿弥陀佛的后部分是观世音菩萨啦，后部分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接了就是大势至菩萨啦，教轮啦，一个一个一个，哦，啊，寿命佫无量寿。啊，人去遐多，那么要拜到咱底下成佛，要拜到什么时阵？啊，算了，不要了，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成佛啊、哦、啊！啊，所以讲呢，啊，那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啊，讲咱呢啊，底下西方极乐世界啊，大家拢修噶顶格菩萨、波处菩萨啊，然后呢去十方诸佛的国土啊，发得一尊佛呢，哎，灭度啦，退位咯，哎，咱就马上去遐呢继承啊，这个佛位来成佛。啊、哦，那么这东西过去，咱有缘的这个大众，伫这个所在，咱去遐来实现呢，来度这众生啊啊，来成这个佛，成什么佛呢？叫做妙音如来，妙音佛啊。伫、哦、这个啊无量寿经呢，讲得足清楚哈。第48品讲到哦啊，所以将来咱念佛去西方，每一个人成佛，拢成妙音佛。哦，所以现在咱皈依啊，啊，这个法名拢同款，叫做妙音祇师。哦，意思就是讲呢，将来咱成佛拢成做妙音佛啦。啊、哦，所以这个因果啊，这个啊，一地啊，因果相符相应啊，所以非常殊胜啊。啊，所以这好的利益，这圆满，这殊胜的功德，啥物人看到呢？咱的释迦牟尼佛看到了。所以伊在咱呢啊。讲出啦啊，这是伊亲身看到的理由，但是做证明，希望咱呢每一个人买单去念佛去西方去得到这个圆满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是呢在这段内底呢，但咱讲出啦啊，这个内底真殊胜啊，真重要的诶这个义理。好，下面呢，咱再去看啊，这个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那么下面呢啊，这就是呢六方诸佛赞叹哈啊。当方亦有阿丘毗佛、苏弥相佛、大苏弥佛、苏弥公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出广长色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生实言。入定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啊！咱看到这个所在。那么这段文呢，就是呢，释迦牟尼佛啦 啊，可以讲呢，伊是啊，真正哈啊，发出了上个彻底的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究竟圆满的这个大慈大悲啊。你看，无人来问哦，没有人请教他，无人提出问题来问伊哦。对头到尾，拢是咱世尊一个人去讲的，啊，自问自答，啊，所以这个经典内底呢，得加上佛说，啊，这佛说就是呢，释迦牟尼佛家己讲的啊，家己问个家己讲的啊，啊，所以这个咱这部经啊，叫做无问自说。啊，真重要！啊，甚至讲呢，为什么加佛说？意思就讲呢，这个经典呐、啊，是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会当来担任流通这部经的责任呢？啊，做这个工课呢？因为这部经跟咱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拢无共款呐。甚至连《华严经》，这是经中之王啊，是圆满的教法啦、啊，拢爱有人客请啊，有人请问啊，啊，那么有人请，佛才会讲啊。但是这部经啊，无人请，为什么呢？无人想到啊，想未到啊，所以无人会当提出问题来问。那么佛看到大众啊。这个成佛的因缘成熟了，所以呢，主动啊，啊，真主动呢，
来为咱讲出啦啊，这部殊胜无比的法门啊，一切众生啊，难行之法。那么下面叫做缘心相呢？啊，就是呢，要成佛了啊！看到这个大众要成佛了，时间已经到啊，要成佛啦啊！所以佛呢，才会讲出来，所以讲出来才有人相信啦、啊。那么成佛的人，成熟的人，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佛讲出来，无人听，听无啊。即嘛现在有人要成佛啦，这机缘已经成熟啊，所以佛讲出来，有人会相信，有人会理解，有人肯要依教奉行，这就是呢缘已经成熟啊。所以佛唔免等人问，伊家己赶紧就讲出来。所以这个经啊叫做无文自说，这真正是真究竟、真彻底、真圆满的度众生成佛道的唯一法门啊。因为呢，要度众生，这方法爱真简单、真容易啊！你想困难，众生修未来啊！所以这个方法上简单，但是成就也是上圆满啊。那么除了释迦牟尼佛啊，达兰主讲出这个部经，介绍这法门以外，其他的一切十方诸佛呢，每一尊佛拢达兰做证明，达兰赞叹。但咱介绍也达咱呢推广这部经这个法门，所以讲呢，这个佛说啦，唔是讲释迦牟尼佛讲尔啦，每一尊佛一定拢爱讲的啊。等于讲呢，咱这个科目吼是必修科的啊，其他的经吼拢是选修的，可讲可不讲，但是这部经啊是一定爱讲的。啊每一个人拢爱听的啊，每一尊佛拢爱宣讲的，所以讲啊，这部经就是一切诸佛啊共同弘扬的法门啊。所以呢，每一尊佛拢劝人啊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要知影讲啊，这个法门的殊胜在哪里？那么在这个所在呢啊，就是讲到这个流通啊啊。那么这个流通呢，就是弘扬。介绍这个法门啊，那么在这所在，咱讲到一个名词啊，啊，就是呢，这个十方诸佛啦，啊，那么拢也当呢出广长实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佮讲出来拢是真实言，拢是真实的，唔是假的哦，别骗人的哦。啊、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公众实相就很重要。下面这个公众实相，就是这个舌头啊，这个字哈、哦，真长真宽啊，这个是广长舌啊。那么这个广长舌哈、哦，是佛的三十二相里面的一相啊，所以若有这个相，这人就真大福报啊。这字特别长，字特别宽，福报之大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就是一个胳膊啊。这个胳膊是什么因，才会当成就这个胳膊啊？做什么因呢？无骗人，唔捌骗过人诶啊！未讲白话所以将来你的字也特别长哦，特别宽哦啊、哦！你得得到这三十二相哦啊！所以呢，佛在经常跟人讲啊，讲一个人吼、哦，那三世过去三世无讲妄语，无欺骗人，这个字啊伸出来吼、哦，舌头伸出来吼、哦，可以吼、哦、舔到自己的鼻子，哇、哦、啊那个字啊哈，啊伸看看能不能舔到鼻子，啊如果舔不到哈、哦，过去捌骗过人，讲过骗话，哈哈啊所以呢，哎你看舌很长啊，舔到鼻子，哎过去都唔免功夫别才会。这个相好真好，而且胳膊呢啊、哦、啊，那么这是呢有因的啊，有过去的显因，叫得到这个显果。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吼、哦、更加厉害哦，还不是三世讲啊，在讲行行义无批评人哦，伊是生生世世都无批评人，所以啊，所感到的这个胳膊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智啊啊、哦、是什么呢？啊，整个把脸都盖住了。
所以讲哦，啊，伊用这个啊广长舌相啊，达咱证明，证明讲伊的话啊，唔是即马袂骗人啊，过去生生世世拢唔捌骗过人，啊，生生世世拢唔捌打妄语，啊，所以伊讲出来话，咱一定爱信得过，咱一定会相信，啊，所以这真重要，这有证据的呢。啊，袂使讲来，我袂欺骗人啊！啊，有证据在哪里？哎、欸，我会记存出来，规个面拢炸掉诶，这是证据啊！啊，所以讲啊，或者广长舌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爱修嘛，啊，所以这三十二相拢是修来呢，啊，尤其呢，这个所在咱讲哦，讲变幅三千大千世界，哇，这个字哦，不只是啊，规个面拢。啊，那炸掉的啊！这字存出来啊，让存到三千大千世界都炸掉的。这是下面呢，就代表咱的自性的性德，不可思议啊！啊、哦，所以讲呢，啊，这个说性实言呐，啊，这是真重要的这个关键啊。因为讲的是性实言，所以佛呢苦口婆心啊，啊，希望咱呢入定众心，动心啊。一定爱相信啊！啊，劝大家爱相信这部经啊，这个法门啊！啊，因为这部经是啥物呢？哦，这部经叫做《清湛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娑诃念经》啊！啊，这个经典啊，这是咱这本经啊本来的经典，所以这个经典是释迦牟尼佛带咱算的啊！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经典就真不可思议啊！啊，真殊胜啊！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娑诃念经哦。哦，换一句话讲呢，咱若是真正发心发愿，要来一门亲历啊，老老实实啊，长期的分修这部经这个法门，你得得到一切诸佛带你赞叹，带你护念啊，咱讲的带你保庇啦。啊，咱拢希望获得咱保庇啊！哎，今麦咱怎样讲诶？要安怎得到获得保庇啊？啊，好好啊念这部经，好好啊依教奉行，好好啊老实念佛，你得得到一切诸佛带你保庇啊！所以这部经，你看这个所在，带咱做证明啊，这是事实的啊，是六方诸佛拢安尼讲诶啊！但是这个所在，咱看到的是六方诸佛。啊，那么你也想讲啊，六方诸佛呢？啊，还有十方呢？佛有十方诸佛啦，啊，才甲六方呢？啊，我特注意讲，这个六方诸佛啊，就是代表十方诸佛，因为根据啊，这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这个《弥陀经》啊，以这个依教原文，咱头前讲过吼，啊，原汁原味哦，没有改变的哦，哦，一字一句拢保留哦，其实伊翻译出来是十方诸佛。啊，所以原文就是十方诸佛，但是咱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啊，啊，伊看到咱中国人吼，这读经吼、看册吼，拢无爱啰嗦啦，啊，越简单越好。所以咱中国人，你看迄古早文吼、古文哦，迄文章吼，哦，迄看到哦，拢真简单，文字吼啊，很简要，叫做简要详明。啊，你看文章拢无介长哦。啊，无参像咱即卖人写文章，一个写哇，热热等。古早人啊，写文章啊，真短，但是哦，他的意思啊，真深、真丰富，叫做简要详明。所以咱中国人不爱啰嗦啊，不喜欢啰嗦啊，不喜欢重复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咱写文章的这个啊，这个特色。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呢，伊翻译这个《弥陀经》啊，伊叫做意义翻意思。就是将这部经啊，伊读通啊，啊读明白啊，定在用咱中国人啊写文章的方法啦、啊，哎，定在写一篇文章，所以写出来这个文章呢，就是符合咱中国人读文章的这个习惯，简要详明。所以讲呢，伊在这个部分呐、啊，啊十方诸佛赞叹的部分呐、啊，伊看到讲哦，这十方诸佛太多啊。啊，太多了，把它省一掉，啊，十方啊，啊，省掉剩六方。所以呢，本来是十方的啦，那是新调起的啦，啊，所以啊，玄奘法师的翻译啊，咱去啊看，要个保留十方诸佛，啊，
所以六方诸佛就是十方诸佛啦，一样的，没有差别啊。哦、所以这个所在，咱就知影讲咧，咱现在啊，这部经啊，是十方诸佛带咱加持，带咱保庇，是不可思议的经典啊，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啊。所以讲咧，在过去啊，有一位叫做诸魂灌顶法师啊，这是伫这个清朝啊乾隆皇帝的时代。那么这位法师呢，有写一本册叫做《观无量寿经》的注解。这里面呢，他说过一句话啊，这句话真重要啊，咱注意当修啦，今仔去听经听较侪吼，其他拢无记就不要紧，这句话爱记好掉。伊讲吼，一切众生啊，如果有真重真重的业障，这个业障哦，所有的经论，所有的忏法啊，拢消未掉啊！你安那忏悔也忏未掉啊！啊，无法度消掉这个这么啊沉重的业障啊！伊讲最后还佫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念阿弥陀会当消。哦，所以我讲啊，这句话爱记住了。哈哈哈！啊啊，所以呢，咱念阿弥陀，所有过去啊，咱所做的更加重的这个啊罪孽啊，拢会消。啊、哦，所以咱长武讲过啊，你看张显和啊，他一世人拢抬骨的，这屠夫啊，杀了那么多牛啊，那业障遐尼啊重呢，最后人还佫念佛忏悔啊，求生西方阿弥陀教上啊，接引去西方啊，本来要去地狱的啊，对地狱的地狱的门牙口啦，救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来看，这是不是讲所有业障上界重的拢消未掉的，阿弥陀会当消，会当解救。真正吼、哦，对地界把咱救到西方去做分呢，啊，这样也殊胜。所以讲咧，祖师讲的话啊，绝对无唔对啊，因为啊，咱头前有讲过嘛，念阿弥陀佛的人啊，拢得到一切诸佛把咱保庇啊，把咱护念啊，把咱赞叹啊。你想看嘛，哪里也未消业障呢？啊，所以讲，这不是一尊佛的力量。真正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力量，拢带你加持，拢带你帮助，带你保庇。所以念这部经，念阿弥陀佛，同款的功德，同款的利益啊。那么下面呢，这就是介绍到这个东方啊，有五尊佛啊。其实这五尊佛呢，是代表利益啊。真正这个佛吼、哦，是无量无边的啦。啊，那么在这个无量不变诸佛里面呢，举出这五尊佛来做代表，那么这五尊佛的名号就很重要啊！啊，为什么不要选其他呢？啊，选这五尊佛呢？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有真深的道理啊！所以咱读这部经，咱唔通讲这佛号啊，安尼念过尔，其实这佛号每一个佛号，每一尊佛拢有代表真深的意思，这里面拢有牵连的哟、哦。啊，拢有贯穿啦、啊，啊，有连贯的关系，啊，所以咱读这个以后读这个啊佛名的时阵呢，爱特别了解，特别注意，啊，那么第一尊佛呢，叫做阿丘毗佛，这是印度话，阿还作母嘛，阿弥陀佛啦、啊，还作母嘛，啊，丘毗呢，还作当，叮当的当。所以呢，阿叫做无，丘毗叫做当，叫做无动啊，不动，哦啊，不动叫做阿丘毗，啊、哦、啊。那么咱中国人习惯了就是呢，如如不动呵呵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种佛啊，那么当还作啊叫做如如不动的意思啊，就是加种佛佛叫还作干嘛，所以是不动干啊，不动觉啊。那么这就是呢啊，咱一般所讲的叫做八风吹不动啊，这就是教咱呢功夫啊，第一尊佛教咱哦，咱念佛的人嘛是同款哦，咱修行哦，爱修什么呢？就是修八风吹不动，对这个所在开始修，打基础啊。所以呢，这个八风啊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世间法，世间有明文利用吗？啊？你看，这名文利用五欲六尘啊，拢会引诱咱啊，啊，拢会干扰咱的心吗、啊？拢会让咱起心动念吗、啊？现在吼、哦，你这尊佛啊，你看
啊，甲咱啊第一尊佛咯，甲咱啊未使被这个境界风所吹动。所以世间法内底，你未使动心啊，这叫做八风吹不动啊。当然啊，佛法内底你嘛未使动心嘛，啊，未使被其他法门所震动啊。啊、嗯！你袂使讲咧，今仔去念佛咧，那想要去参参禅，后期佫想要去修密，你看安尼就叮当啊。所以世出世间法，拢不动心，这个法门啊，你得万万成就啊！啊、嗯，所以讲啊，啊，这个第一尊佛啊，真重要啊，教咱呢，真正咱学佛修行，尤其念佛啊，拢共款，咱修仙修什么呢？修八风吹不动。但是你唔通想讲啊，这个好像不难吧？哎，这个也不容易哟、哦。哦，所以过去哈、哦，南师傅啊，时常讲啊，讲伊个老师叫做李炳南老技师。李炳南老技师呢，啊，因是在家技师嘛。迄阵南师傅对伊学佛的时阵，伊咪在家技师。伊讲啦，这技师学佛啦，爱选一个哈、哦，过去啊有修行啊有成就的这大德啊，来做咱的模范，做咱的学习的对象。但是啊，伊讲吼，你要去找吼，即有修行的即个技术大丁吼，有两个人你袂使找啊。伊讲咧，古早人袂使找苏东坡啊，不可以找苏东坡啊。现代人不可以找梁启超啊，所以呢，这两个人你袂使找啊。其他人啊，即高精大丁啊，啊，即技术大丁啊，咱咧用咱啊来啊参考啊来学习。那为什么袂使学苏东坡呢？这苏东坡啊，我那是学过的哦，啊，也学了算未歹啦，但是功夫无够啊。为什么呢？伊也被北风所吹动。啊，这个所在咱讲一个伊的故事啊，啊，就是咧，伊感这个佛印禅师啊，这两个啊，可以讲啊，啊，这是啊，真好的这个啊，方外之交啊，感这个啊，这个佛印禅师这个法师啊，时常咧恭敬啊，啊，这个谈论这个佛法啊，啊，论道啊，讨论佛法。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苏东坡啊，平常时啊，拢贬书这个火印禅师。啊，有一天吼、哦，啊，那么伊写了一首诗，啊，这诗呢写了真好，伊感觉未歹啦，啊，啊，伊感觉哦，这诗啊写了太好诶，啊，所以呢，伊就急买吼，啊，提起有这个火印禅师鉴定啊，看卖，哦，好，伊小看者赞叹一下对啦，哦，啊，这诗是安怎写呢？啊，伊讲啊，这诗是安怎？起手天中天，佛光照大千，啊啊啊！豪光照大千哈、哦，就是讲啊，这赞叹佛啦，啊佛呢啊，就是呢，就是天中天嘛，哦，所以咱的顶礼啊、礼拜啊，这个佛哦，这赞佛吧哈、哦，啊讲佛呢，哇、哦，这个白河光啊，哦，这三十以上呢，这白毫光啊、幻光啊，啊，这个救度众生加持啊，叫啊这个度化众生啊，啊豪光。赵大千啊，这是先赞佛啦，啊鬼啊赞叹家己啊，鬼啊讲伊啥物，端坐紫竹林啊，讲伊端坐在这基地哪来的吼，端坐紫竹林啊，八风吹不动哦，八风拢吹不动啊，心如如不动啊，真定啦，定心就对了哦，所以写了真满意啊啊，感觉真好，所以赶紧啊叫书童上去佛印禅师住。就是住伫这个啊，这个金山寺啊，啊过金山寺吼、哦，爱坐船，因为金山寺是登岗的一个道顶馆咧啊。那么所以呢啊，这个啊，伊的家童啊，赶紧呢啊，摕这张啊，这个啊诗，然后坐船啊上去哦，佛印禅师。结果呢，佛印禅师看到啊，看到这个诗呢啊，那么无讲话啊，就伫这个背面呐 啊, 啊反面呐、啊、的写两字啊。写两字呢？写什么字呢？写放屁啊！去哄我喝水啊！搞这个书童，赶紧提灯去哦！啊，苏东坡啊，苏东坡底下蛋啦、啊，急着要看啊！这佛印宗师怎么赞叹他去休息耶？啊啊！等呢一段时间了哦，这个书童回来了，很高兴啊！他赶快问了，哎，这个佛印禅师有讲什么不？哎，书童讲，那没写，讲没什么呢？伊家己后面写两字啦，我嘛唔知写什么两字，你家己看去看卖咯。哦啊，苏东坡赶紧的两字啊，这个是写什么？哦，这点级的，赶紧的打开看看啊，结果看到什么呢？看到放屁两个字。哦，气一个，我写了这么好，讲我放屁了。哦，啊，找去理论，
赶紧去坐船啊，啊，要去找这个啊佛印禅师理论啊，啊，结果到了金山寺呢，佛印禅师底下等伊啊，就怎也照来啊，啊，伊讲呢，师学士啊，你不是讲你八风吹不动啊，怎么被我一屁都打过江来了？啊，所以呢，啊，讲起真容易啊，啊，真正拄着境界吼，无简单呐、啊。哦，所以讲八风吹不动哦，咱那好好啊练吼，啊练练的吼，哎练分哦，真正就会当吼，啊，咱头前讲的心不颠倒了呵呵，啊，所以这是呢，咱现在哦，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爱好好啊来磨练啊，来练习八风吹不动，将来咱要去西方极世界，咱才有法度讲心不颠倒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真重要，所以这是第一尊佛教咱修行的方法，后面也阁有哦。但是时间的关系，今仔无法度向诸位继续介绍啊。如果讲了无完满，有错误所在，敬请咱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教。多谢诸位，阿弥陀佛。